好，首先跟大家致歉了，我们因为主席迟到的关系哦，今天开会这个时间比较晚了。好，我们继续开会，进行今天报告事项，请宣读。11月26日，邀请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夏立言、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林宗森、经济部次长、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就海峡两岸货品贸易协议谈判进度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宣读完毕。今天议程编列海峡两岸货品贸易协议谈判进度专题报告及询答。那么在报告前先介绍列席官员。我们首先介绍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夏立言主任委员、林祖嘉副主委、企划处胡爱玲处长、文教处华世杰处长、经济处李丽珍处长、法政处蔡志如处长、联络处许君如代处长、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林宗森董事长、经贸处饶仁宏副处长、经济部政务次长卓世昭次长、谈判办公室谈判代表肖振环、谈判办公室检察官吴美玲、经济部国贸局徐大卫副局长、双边一组戴婉容组长、 ECFA 小组副执行秘书陈玉昭、经济部工业局吕正华副局长、产业政策组胡贝蒂组长、标准检验局主任秘书林传伟、贸易调查委员会刘碧成组长、行政院农委会国际处肖忠琼副处长、企划处检任计政兼科长韩宝珠、检任计政陈永刚。好，欢迎各位。我们首先邀请大陆委员会夏主委做口头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今天陈蒙贵委员会邀请就海峡两岸货品贸易协议谈判进度提出专题报告，自感荣幸。以下仅提出简要报告，敬请指教。协商的依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以下简称 ECFA） 第三条规定，双方同意在货品贸易早期收获基础上，不迟于 ECFA 生效后6个月内就货品贸易协议展开磋商，并尽速完成。有关协商的目标及原则，我政府系依据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对等中原互惠的原则，推动两岸货品贸易协商。协商期间，我方所提出之内容，主要是依据台湾产业发展及需要，广寻国内业者及大陆台商意见，并考量大陆对其他国家或地区之开放情形而拟定。提出之前，并经跨部会协调及沟通，以确保协商结果可能将我方产业利益极大化及冲突极小化。有关协商的规划及进度，两岸货品贸易协议自民国100年2月开始协商，迄今已经进行12次业务沟通及数次技术性协商。本协议架构系参考一般自由贸易协定之做法，包括协议文本及关税减让说明如下。这个协议这个文本的内容是依据 ECFA 第三条规定及参考一般 FTA 内容，除序言之外，目前包括总则、市场进入待遇、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食品安全检验与动植物防疫检验措施、技术性这个贸易障碍、贸易救济讯息提供等。有关市场开放一共分成5个模式，目前双方正就如何将产品纳入5个篮子里进行讨论。有关这次货贸协议最新的进展，协商的安排，在海基会跟海协会安排之下，两岸于本年11月21日至23日在台北举行第12次协商。我方是由经济部国际贸易局杨局长及工业局吴局长这个主谈，陆方是由大陆商务部台港澳司长孙彤主谈。有关这次协商的这个情形，报告如下：第一，前第11次协商时，双方均表达考量产业需要，愿加速推进，盼年底前有重大进展。本次协商讨论重点为市场降税安排及协议文本。
第二，本次协商双方团队展现决心与诚意，双方均同意依照本年10月14号两岸事务首长会议及11月7号两岸领导人会面之共识，积极推动货贸协商，双方也同意朝向达成高水准自由化的协商而努力。这个为双方仍有若干旗舰，主要成果如下。第一，海关的程序，双方同意未来应加速两岸货品通关程序，建立海关电子讯息交换的系统。第二，有关食品安全检验与动植物防疫的这个措施，双方有达成了若干的这个协议。第三，有关技术性贸易障碍，双方同意逐步设置咨询窗口，提供咨询服务，且公开该等港铺的各种程序，如有不符相关检验规定，应及时通知业者。有关贸易救济方面，双方就 WTO 协议之反倾销措施、补贴及平衡措施、全球防卫措施及双方防卫措施相关内容持续协商。在市场的开放部分，双方就市场开放原则做进一步交换意见。工业产品部分，我方持续要求陆方开放面板、汽车、石化、工具机、中小企业及传统产业之产品。在农产品市场开放方面，陆方重申对我管制大部分农产品进口极为关切，我方持续积极争取销路潜力农产品的关税优惠。我方明确表示，由于两岸农业量体与生产成本差异甚大，针对与农民生计与粮食安全息息相关的农产品，我方实有必要持续管制。对于本次协商尚有旗舰部分，双方同意悉回研议，并于下个月再行安排协商。有关推动两岸货贸协议的相关做法，第一，我们是按照两岸监督条例的精神进行公众沟通及国会沟通，为因应外界认为两岸协商需更透明化及强化国会的监督程序的要求，本会已拟具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于103年4月送请大院审议，在前接草案通过之前，协议主管机关如经济部、农委会及本会均已依照监督条例的精神，加强国会及民众的这个沟通。说明如下：第一，国会沟通部分，从103年9月开始，每次协商前均由经济部协同本会及农委会拜会大院王院长及各党团，说明协商的规划；协商后也安排向大院王院长及各党团说明协商的这个情形。第二，像这个公众沟通的部分，一，产业，经济部已安排与产业工协会沟通，就两岸货贸协议、产业发展、政府推动贸易自由化等议题交换意见。农委会也就这个农粮、畜牧及渔业等产业与相关业者及团体办理座谈会。在劳工部分，劳动部办理多场劳工座谈会，说明两岸货贸协议及区域经济整合对劳工的影响及政府的因应措施，听取各队意见。社会大众，经济部与网站设置这个货贸的官网，办理大型研讨会，并赴大专院校举行座谈，了解青年对两岸货贸及区域经济整合的意见。依据协议监督这个草案的条例草案精神，由议题主管机关会同相关部会拟具影响评估报告，并以研定因应贸易自由化资源方案及措施。经济部已与农委会等机关拟撰两岸货贸协议影响评估报告，定期邀请各机关检视，并随时依据协商进度动态调整，将两岸协商监督条例草案规定于协商大致完成时办理二阶段国安审查，并于通过国安审查后对外举行公听会，向各界说明相关影响情形及评估报告。第二，为协助业者因应两岸货贸协议造成之产业冲击，政府已研定因应贸易自由化产业调整资源方案，并于104年9月拟具因应贸易自由化调整资源条例草案送请大院审议，以备建立配套因应措施，针对可能受影响的产业进行辅导。结语：第一，两岸货贸协议攸关我方业者产业利益，若不能尽早完成协商，将难以排除高关税及非关税障碍，将使我业者拓展大陆市场面对强大竞争压力。为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及有利厂商跟留台湾，许多业者均期盼尽早完成协商。第二，由于国际间区域经济整合日益快速，两岸服贸或货贸这个签署及生效，亦影响其他国家检视台湾经贸自由化的决心。如能尽早完成两岸货贸协议，亦将为台湾推动加入 TPP、RCEP 等区域经济组织营造有利条件。第三，为推动协商，政府部门已参照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的精神，
加强对国会及公众沟通，增加协商透明度，同时以积极做好因应贸易自由化配套措施，为使货贸协议可能带来的冲击减到最小。第四，两岸货贸协议已进入最后关键阶段，面对外界的庞大压力，我协商团队均兢兢业业，殚精竭虑，争取我方最大利益。大院委员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及指教，将是协商团队推动协商的最大动力。敬请大院委员给予支持，必使两岸货贸协议能尽早获至重大进展，为我方产业带来最大利益。以上报告，谢谢各位委员指教。好，谢谢夏主委。我们接下来请海峡交流基金会林董事长报告。好，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诚邀就海峡两岸货品贸易协议谈判进度提出专案报告，自感荣幸。首先要感谢各位委员对本会各项业务的支持跟指导，使会务都能顺利推展。海基会是依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联名关系条例规定以及陆委会的授权，从事海峡两岸的协商交流服务的业务。从1999年12月21日两岸两会第六次高层会谈就将我们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生效以后的后续协商，包括我们争端解决、货品贸易及服务贸易等议题，以及 FTA 中有关经济合作等事项列为我们后续重点推动的议题。任何一项只要达成共识，我们就可以纳入两会的会谈来签署协议。在100年2月22日，海基海协两会，我们举办 FTA 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例会的时候，双方就宣布要启动服务贸易、货品贸易以及争端解决等 FTA 后续议题的协商。陆委会是在100年的3月4日就授权本会就两岸货品贸易议题跟大陆的海协会来联系，安排双方业务主管部门进行业务沟通。现在就海峡两岸货品贸易协议谈判的进度啊，那么我要报告如下。那么首先报告货品贸易协议，那么协商的过程。那么这个协议的协商是从100年3月17日在台北进行第一次的业务沟通，双方就关税减让、原产地的规则、海关的程序、技术性的贸易障碍以及食品安全检验跟动植物检疫的措施、贸易救济、文本架构等等初步来交换意见，一直到今年的11月23日为止，总共举行了12次的业务沟通。那么过次沟通安排情形，我们已经列表在这个地方，那么请大家参阅我们这个报告所列的，当中有6次是在台湾举行，有6次是在大陆举行。好，那么12次我们这个业务沟通进行我们有关行政跟议程的安排啊，本会是完全配合政府主管部门的需要，我们协助各处业务沟通进行行政安排，依据议程的需要来进行会场的布置、相关的实事交通安排以及维安联系的工作。第12次会议地点是在台北举行，会场我们安排在盐山饭店，我方是由经济部的国贸局那么杨局长跟工业局的吴局长主谈，陆方是由他们商务部的台港澳司孙司长来主谈，那么讨论开放降税安排以及协议条文待解决的各项议题。那么这3天的议程，我们第一天也是21号，11月21号安排4场次，11月22号第二天安排8场次，11月23号第3天我们安排2场次。会后，经济部已经在11月23号晚间开记者会，对外说明本次谈判的主要成果详情。等一下会由经济部
那么做这个更具体的报告。结语，我们两岸海基海协两会是从1997年6月恢复制度化协商以来就不断累积经验，为力求两岸协议坚固，过程公开透明，而且能够不违背国际惯例，政府已经建立了四阶段与各界沟通以及两阶段国安审查的机制。两岸相关协议经过陆委会授权，海基会与大陆海协会联系商定议题以后，会先安排由双方的议题主管机关官员就专业议题进行业务沟通。目前我方的机制是从议题形成开始，我们一直到业务沟通有进展以及文本即将定稿的这个各个阶段，都由相关主管机关会积极向国会、业界、学界以及社会大众进行沟通咨询，听取各界意见，作为业务沟通的重要参考，力求能够着眼达成共识，在经过两阶段国安审查程序以后，循序来确定协议文本的草案，在授权本会跟海协会来进一步协商确认，举行两会高层会谈并签署协议，完成签署协议以后，也会那么向国会再做报告，并对业界及各界说明，来争取支持。那么需要送这个立法院，那么审议后再备查的，也会行程序报告行政院以后呢，他会函送立法院。那么目前货品贸易协议双方仍在业务沟通阶段，本会尚未获得陆委会有关两会第12次会谈的正式授权，因此尚未启动两会正式协商会谈的相关作业。未来循上述程序，对货品贸易协议文本草案达成共识以后，本会仍将继续在陆委会的授权之下，遵循政府的两岸政策，安排与大陆海协会举行两岸两会高层会谈，依法来完成协议签署的任务。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谢谢。好，谢谢林董事长。好，我们接下来要请，经济部卓次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代表，今天本人很荣幸代表经济部出席大院就海峡两岸货品贸易协议谈判进度举行的专案报告。以下本部仅就货贸协议的协商情形、经济影响模拟分析、总体产业配套措施以及沟通情形提出简要说明，详细内容请参阅书面报告，敬请各位委员及先进指教跟支持。首先是货贸协议的协商情形。两岸货品贸易协议协商从2010年2月开始协商以来，已经历时4年多。本部协同相关部会已经跟陆方进行12次协商，最近的一次是在今年的11月21号到23号在台北举行，双方讨论市场开放降税的安排以及协议条文待解决的议题。货贸协议可分为协议条文跟市场开放两个部分，协议文本现在暂定为9章，包括了序言、总则、市场进入跟待遇、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SPS、TBT、贸易救济、信息提供及与协议管理有关的规范等，皆有一定的进展。在市场开放部分，双方对降税模式已经达成共识，分为5篮子降税。在农产品方面，我方仍重申继续针对影响农民利益及粮食安全的重要农产品维持现行措施的立场，并且积极争取我具有销路权利的农产品的关税优惠。在工业产品方面，我方仍表达产业盼争取不定于陆韩 FTA 市场开放的诉求。除了四大产业之外，我方也持续要求陆方对我传统还有中小企业提供更加的降税条件，并且重申对我方弱势产业的保护考量。这一次协商在部分章节达成多项成果，包括了海关程序、
产品特定原产地规则 SPS TBT 还有贸易救济及透明化规范等等，双方将继续努力，盼本年底前能够有重大的进展。对应近期有部分人士忧虑货贸协议将使两岸货物通关程序更便捷，严重影响食品安全，本部再次说明，并非前述货品皆适用48小时快速通关。依规定，需要经过主管机关检验或是审核，或是海关认为需要加强查验的货物，则必须符合检验程序之后才会放行。此外，我国对应所有进口食品都会进行抽验，检验合格之后才会放行。不论进口食品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或者是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农委会、卫福部以及海关都会严格的把关，不因为我国跟其他国家或地区签署经贸协议而会有差别的待遇。如果发现产品有违规，除了不得输入之外，并提高风险的管控，提高查验抽验率，或加强其他管制措施。所以说，货贸协议不但不会让黑心食品进入台湾，反而会更加强两岸食安方面的合作，杜绝黑心食品。另外，有关货贸协议的经济影响模拟分析方面，为了要回应民众关切货贸协议洽商进展以及对我国可能的影响，本部持续更新98年所对外公布的影响评估内容，并且在这个月20号公布。在经济影响模拟分析部分，本次我们重新依据 GTAP 的经济模型的更新版来进行模拟。模拟结果显示，在台湾农工产品关税调降，但排除管制性农产品，大陆农工产品关税前降的假设之下，台湾跟中国大陆签署 ECFA 货贸协议，对国内总体经济带来正面效益。台湾 GDP 总产值、总出口以及总进口将分别提高 1.63%、3.14%、5.34% 以及 7.39%。生产的扩张也有助于国内投资以及就业机会的增加。两岸签署货贸协议之后，台湾的国内投资以及就业人数将提高 3.47% 以及 2.3%。 另外，有关货贸协议的总体产业配套措施这一部分，政府对应货贸协议可能带来的冲击也准备了总体产业配套措施，包括了第一，持续透过货贸协商争取有利的条件；第二，积极提升产业的竞争力；第三，持续监测进口货品以及协助厂商应用贸易救济机制；第四，推动因应贸易自由化产业调整资源方案以及因应贸易自由化调整资源条例草案的立法；第五，我们会持续透过协商建立务实可行的争端解决机制；第四，货贸协议的沟通情形，行政部门非常重视跟各界的沟通。从2010年2月启动货贸协商以来，已经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超过770场次的沟通说明。而且，由于外界对于两岸协议协商过程应该更加公开透明的要求，经济部已经在资讯透明以及扩大参与的原则之下，主动对外说明协商的进展，跟国会、产业、劳工、青年学子透过座谈会、研讨会、论坛等形式跟各界交换意见，也征询各方的看法。另外，经济部也透过脸书跟金新闻等提供货贸相关的信息，并且也建置了 ECFA 货贸网站，欢迎各界来浏览并表达意见。经济部也进一步精进透明化做法，从103年9月第9次协商起，我们都已经适时的对外说明协商的进展，进行协商或技术沟通时都事前对外宣布，事后对外说明协商的情形。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尚未完成立法之前，经济部会持续的依据行政院拟定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订定协议处理及监督条例草案的相关规定，在协商前、业务沟通阶段、签署前以及签署后等4个阶段向大院进行沟通咨询，并且视协商议题的各阶段推动情形，透过说明会、座谈会、协调会、公听会、设置网络沟通平台等多元的方式咨询各界的意见，强化对社会大众的沟通说明，来提高两岸协议推动过程的公开跟透明度。
在该条例完成立法之后，也将依相关的规定办理资讯提供以及各种沟通工作。尽管本部以及相关部会已经和大院、产业、劳工、青年、学子以及社会各界进行许多的沟通，外界仍有批评货贸沟通不足的声音。对此，本部除细心接受之外，并强调在有关自由化的对外谈判上，政府机关进行的国内沟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也感谢今天内政委员会邀请本部进行专案报告，让全国关心货贸的民众有更多的机会了解货贸协商的重要性以及目前的进展，并且提供意见。结语：由于国际间区域经济整合趋势并没有减缓，两岸货贸协议对我经济有其重要性，除了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之外，也有利于跟由台湾的厂商持续的发展。而且国内业界普遍呼吁政府积极进行货贸协商，以免在中国大陆市场落后其他贸易对手国。经济部目前已在98年7月公开的 ECFA 影响评估基础上，在104年11月22号提供总体以及产业的说明资料，另外也会将依照协商进度，在不影响协商之下尽可能的公开更多的咨询。虽然两岸协议进入条例草案尚未完成立法，本部以及相关部会将会持续的依据现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及行政院版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的规定，进行国内沟通以及协商的工作，来争取社会的共识。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各位先进支持与指教，谢谢。好，谢谢经济部卓次长。我们接下来邀请农委会萧副处长报告。对不起，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今天承蒙贵委员会邀请，相关部会就海峡两岸货品贸易协议谈判进度进行报告并被质询。以下仅就两岸货贸协议农业有关内容及谈判进展情形提出说明，敬请各位委员指教。政府自2008年5月20日以来，针对国内有产制的敏感农产品，持续管制至中国大陆进口，以保障农民权益。目前管制自中国大陆进口的农产品计有615项，占我农产品总税项1584项之 38.8%。 中国大陆加入 WTO 之后，给予台湾农产品最惠国待遇，并没有特别的限制。自2005年起，更片面给予台湾释迦、芒果、凤梨等34种农产品零关税优惠，并且在2010年6月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后，提供我方18个税项农渔产品早期收获的免税。受益两岸政策及中国大陆提供的优惠措施，以往我国对中国大陆农产品贸易长期呈现逆差，已经从2013年起转为顺差。其中2013年我农产品外销中国大陆 9.2 亿美元，自入进口 9.0 亿美元，对入农产品贸易顺差为 0.2 亿美元。2014年我农产品销路为 9.9 亿美元，自入进口则为 9.6 亿美元，农产品贸易顺差增加到 0.3 亿美元。为掌握全球市场商机，提升台湾农产品竞争力，我国近年来已积极与主要贸易伙伴洽签经济合作协议或自由贸易协定，推动加入 TPP 及 RCEP， 并与中国大陆进行 ECFA 资商。由于依据 WTO 规范，各国洽签区域贸易协定时，其自由化程度必须达到绝大多数贸易的规定，因此一般国际贸易自由化协定都涵盖农产品。两岸在2010年洽商 ECFA 时，由于仅仅是
架构协议，当时并未纳入农产品。鉴于在中国大陆给予我方18项农产品早收优惠关税后，台湾农产品销路呈现显著成长，对确保农民收益有实质帮助。因此，政府是有必要透过 ECFA 货贸协议的谈判，争取我更多农产品销路的关税优惠，以提升我农产品在中国大陆的竞争力。有关 ECFA 货贸协议农业相关议题的谈判进展，我分为两个部分跟各位说明。在农产品市场开放方面，在货贸协议协商期间，陆方持续对我禁止中国大陆部分农产品进口表示关切，要求我方必须取消相关的管制措施，以符合 WTO 最惠国待遇原则。对此，我方认为两岸农业量体与生产成本差异极大，全面开放大陆农产品确实将对我重要敏感农产品与农民造成影响。因此，针对农民生计及粮食安全息息相关的农产品，我方实有必要继续维持管制。另外，我方则积极争取具销路潜力农产品之关税优惠，例如兰花、火鹤花、马拉巴栗、蜂蜜、观赏鱼、鱿鱼等，期盼中国大陆能考量我农民利益，给予台湾农产品销路更多的关税优惠。第二个部分是有关食品安全检验与动植物防疫检疫措施。两岸已就食品安全检验与动植物防疫检疫措施专章内容大致取得共识。为回应业者反映销往中国大陆产品通关时间过长及各口岸作业方式不透明等问题，我方积极争取有利之检疫规定，包括第一是讯息提供、技术諮商及紧急事件处理之具体实现。双方并同意，未来若进口检查有不符合规定时，应立即将原因通知进口人，并于业务量集中的港埠逐步设置咨询窗口，提供业者咨询服务，且公开该等港埠各项程序，以解决业者于出口时遭遇之检疫通关障碍。第二，双方同意针对重要动植物疫病与有害生物之监测及防治，农药与动物用药残留及食品添加物之限量标准与检测技术，以及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等方面加强技术合作，这是主要的内容。最后，农委会要特别说明，为了提升台湾农产品在大陆市场的竞争力，以及维护我农民利益，本会将持续与农民团体及产业团体进行沟通，加强收集各界对于开放中国大陆农产品及争取销路产品优惠关税之意见，以作为与大陆进行货贸协议谈判的重要参考。为因应货贸协议对我农业之影响与契机，本会已妥拟因应对策，落实相关施政计划，例如推动农业价值与农业科技产业化，加强拓销中国大陆及其他海外市场，区隔国内外产品，活化休耕地，改革老农福利津贴及专案辅导青年农民等，并将持续编列农产品受进口损害救助基金，适时办理救助及稳定价格等措施，以期减少货贸协议的可能影响，并掌握农产品销路契机。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谢谢。好，谢谢副处长。我们现在开始询答，本会委员每一位这个发言时间12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截止登记时间今天上午10:30。我们请登记第一位的邱文燕委员发言，时间12分钟。
谢谢主席，麻烦请陆委会夏主委、经济部卓次长。请夏主委、卓次长，我们第二次上来就不用行礼了，谢谢。邱委员早。两位所长早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就我所知呢，最近 APEC 刚刚开完会议啊，那您也有参加这个会议吗？是。那这一次的会议呢，除了 APEC 的定常性的事务之外呢，也谈到反恐，是。那不晓得这些议题呢，谈了些什么？这次APEC 反恐的部分，主要在领袖会议的时候呢，因为正好在法国巴黎恐怖攻击之后，所以 APEC 领袖宣言里面特别加到了一段说，恐怖主义对于繁荣、自由跟这个公开的经济跟人类基本价值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法国的遭受恐怖攻击影响自由经济正常发展，要予以严厉的谴责巴黎的这个连环恐怖在内多种的恐怖事件，呼吁所有的会员呢应该要团结合作来对抗这个恐怖的攻击。我想在过去从2005年开始，这个反恐在这个议题每次在 APEC 里面都会略微的这个提及啊。那我们也是这个 APEC 里面一个反恐任务小组，我们也是积极的参加。是，所以 APEC 里头有没有谈到筹组一个APEC 的反恐的对抗的联盟？APEC 里面本身并没有，并没有啊。那因为最近这个伊斯兰国公布的一个影片呢，把台湾列为全球反恐联盟的一员，然后把中华民国国旗也挂到网页上面啊，所以引起国人很大的这个忧心啊。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看到最近的报道，那像中国大陆呢，也有几位公民呢遭到杀害。就您所知，大陆对反恐的态度，或者是他们是不是也积极的要采取反恐的作为？我想大陆的这个反恐，它有两个面向的这个目标，一个是当然是国际的，另外一个是他自己国内也有若干的这个问题存在，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反恐当然也是很积极的在参与啊。那不过这一次我们被这个美国人这次把我们列在这个反恐联盟的这个成员之一啊，我想我们的参与就像外交部昨天也发布，我们是完全从这个人道救援的这个角度啊来参与，提供一些援助的物资来参与反恐的这个工作。是，那对这一次的APEC 会议里头有，因为这个主委有参加嘛啊，那过去惯例上也曾经有安排两岸事务的双方领导人的会谈，那这一次有没有特别的安排一个会议？这次在去之前呢，也经过适当管道的沟通啊。我想肖领袖代表他也很明了，就是说对方因为刚刚在马习会之后，这个所有的议题啊，曾经在马习会都已经讨论过，而且这次因为对大陆的领导人呢，因为刚刚从 G20 这个开完会回来，后面有很多行程，而且在菲律宾的这个行程也非常的满，所以他就建议啊，是不是他们两个可以在 APEC 有很多的场合可以讨论，事实上也是如此。我想他们在这个第一天的见面的时候，双方就这个站在这个等待的时候呢，也谈的超过10分钟的时间，我想相关的议题也都有碰触到，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接触的方式。那至于双方事务首长啊，因为张志军先生这次没有去，所以事务首长方面并没有见到面，所以这次没有安排双方这个两岸事务领导人的会谈，也没有谈到其他的议题吧。并没有谈太多。不过我想，针对今天的这个货贸，其实双方的这个领导人在，这就是这个肖领袖代表跟习近平在这个会谈的时候，也的确提到了说货贸呢应该要尽速的让它能够有一个进展。好，回到刚才的问题因为今年的 APEC 里头对反恐非常重视，那中国公民也遭到杀害，那中国大陆呢可能会对反恐更加积极。那我们有没有可能跟中国大陆站在同一阵线上一起反恐？我想，在这个美国所列出来的国际反这个 IS 这个联盟里面呢，中国大陆也是成员之一，我们也是啊。那另外，两岸之间对于这个犯罪问题啊，我们有一个共同打击犯罪的一个协议。我想，任何的这个如果说要共同来打击恐怖分子的话，也是要根据我们相关的协议来执行。
好的，我们现在回到今天的主题啊。我们今天在审这个货贸的这个啊，不是审查了，就是说我们这个货贸协议谈判进度的报告。那么过去呢，有很多人都主张，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应该先审查通过之后呢，我们再进行这个货贸或者服贸的这个相关的议题的讨论。那您的看法是怎么样？我想在现阶段，我们是根据两岸人民监督条例相关的规定啊，来进行所有的这个相关的谈判，以及签署协议。那两岸人民监督条例是在去年这个318学运之后呢，因为有鉴于民间对于政府的谈判呢认为不够透明化，所以我们政府立即的反应是送了一个两岸人民监督条例的草案送到了大院，目前呢已经一年多的时间还在这边。我们也这个行政部门也非常期望两岸人民监督条例能够尽快的审议。可在这个之前我们认为这个有已经有现有的法律制度之下，我们必须要继续推动我们所有的两岸关系。那么现在虽然这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还没有审查，还没有通过，那但是陆委会还有我们相关的部门都已经依照这个草案相关进行沟通嘛。我们现在是进行到第一个阶段还是第二个阶段？我想我们、这个、我们的沟通啊，因为第二阶段是要进行国安审查嘛。是行政部门是完全按照两岸人民两岸这个协议监督条例的这个精神草案的精神呢、啊，在推动这个四阶段的这个相关的沟通跟国会的这个报告然后再接着会有这个两个阶段的国安审查。我想这我们一切都是按照相关的这个行政院版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精神在进行当中。那对于这个货贸的部分陆委会有做过民调吗？还是经济部有做过民调？货贸部分我们我的了解是有民调里面有提到这一部分的这个资料。好，没关系，这个会后再提供给我们做一个参考啊。那么主委先请回座啊，接下来请次长啊。好，邱委员你好。我们这一次的第十二次的会议谈判并没有完成嘛。最主要的原因跟他所产生的这个问题是在哪里？跟邱委员报告，事实上这次算是有蛮大的进展，虽然说是对一些关键的议题，比如说市场开放大家还有一些部分需要继续的沟通，但是在文本这一部分基本上大部分都取得了共识，只有少数一些文本这一部分还要双方还要继续做一些磋商，所以说可以算是这次的货贸协商算是取得蛮好的进展。那么我们预期什么时候可以完成这个货贸谈判？我们当然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在年底能够取得重大的进展那在未来的这个一两个月内呢我们比较大的困难或者是希望突破的这个重点在哪里？我想现在双方对应少数议题仍然在做深入的讨论，主要是在市场开放这一部分尤其是我方所要求的包括四大产业还有中小企业还有传统产业这一块我们希望说是还是能够争取到比陆韩 FTA 还要好的待遇那这一部分双方目前还有一些旗舰，那大家还在继续的深入讨论当中。那次长是不是可以特别说明一下货贸的重要性还特别是对于我们哪些的产业是比较有利的应该要积极的来推动那么业界也非常的支持，但是有哪些产业是有疑虑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怎么去辅导它，是不是可以大要的来跟国人做一个说明？是货贸坦白讲企业界有很高的期盼他们一再的例如哪些的产业我们现在我跟委员报告，我们事实上部长已经安排了跟许多的产业工协会的领导人来譬如是会长他们做座谈，目前已经办理了纺织、钢铁、化妆品、医疗器材、车辆、车体、玻璃、合板、中药、金属、石材、眼镜、陶瓷等等。那么这些产业坦白讲他们大部分都表示他们同意，也希望能够朝进一步开放的方面努力，也认为这个货贸产业对他们是有帮助的。
是，那哪些的产业可能会对我方不利？也可能是，比如说，是不是农业，还是或者其他行业？当然，最可能受到冲击的是农业这一块。那这个部分，我们是做了什么样的措施？刚刚我想，农委会的肖副处长也在报告里头特别提到，农委会也做了很多的协助辅导措施，包括了也设定了那个受损的基金，来协助会受到损害的农业产业，给他可以协助或是补助。那另外当然也会积极的协助这些可能受影响的产业农业来做转型，或是在朝更精致化的方面的发展。就我们了解呢，行政院已经有送出来因应贸易自由化调整资源条例到立法院来嘛。是已经送来了。应该是十月的时候。九月份就送来了。九月份就送来。是。但是立法院在这一届呢就剩下一个月不到了，您会希望这个法案呢，是不是能够尽速审查？是，我们当然期盼。你们会不会期行政院会不会期盼立法院多运作一段时间？是是，我想这个部分呢，但是也有相当的难度，因为这个法案条例等等要过的时候，要通过的话，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假设这些条例没有通过，对于我们这些遭受可能遭受不利的这些产业呢，我们做什么样的因应措施，或做什么样的辅导的一个措施？是，事实上这个条例是不是更明确一点，让我们的业界能够知道。事实上，这个条例，对不起，虽然说还在立法院审议，可是目前已经有一个方案叫因应贸易自由化产业调整资源方案，而且政府也编列了980亿，是在做这个辅导。升级还有损害救济等等的协助工作，这个工作一直在做，而且这个机制一直存在。所以说，在这个条例还没有通过立法之前，我相信可以利用这个资源方案来做这个协助工作。我们在处理这个服贸的时候呢，有一种批评的声音，就是说我们在进行谈判协商之前呢，似乎没有跟产业界做详细周延的一个沟通。那么这一次我们处理货贸是不是还有这个问题，还是说我们已经充分的让各个行业能够做了表达，也跟他们做了一些沟通？ 是我想跟委员报告，事实上自从服贸那个事件之后，我们经济部已经加强对各个产业界的沟通，我们已经跟各个产业团体，包括农渔团体、产业工协会、业者，我们办理了865场次的沟通说明会，参加的人数大概有34720个人。另外，我刚刚也跟委员报告，我们部长、次长也分别跟所有主要的，还有各个工协会的理事长或是总干事，我们也做了很多场次的、数十场次的座谈会、参会来做沟通。实际上，我们已经尽全力在做的工作。是，我想这个部分呢，还是需要再继续来推动加强的沟通。对，特别是对于我们台湾可能遭受不是有利的条件的这些产业呢，应该要争取他们的认同跟支持。但是行政院这边呢，这些因应的对策呢，应该要更为具体啊。好，谢谢次长。谢谢邱委员。好，这个邱委员麻烦您帮我主持。好，我们现在请段宜康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陆委会夏主委，请夏主委。经济部卓次长，请卓次长。段委员早，是早。我先跟两位说明这个我们的态度认为服贸这个对不起货贸的这个协议的谈判呢，是有其必要。那么我个人也不反对在现在继续谈判，但是呢，在程序上面必须要照顾周延。我先来跟这个两位请教，现在这个第十二轮的这个谈判，这个刚刚结束了哈。那么看起来这个还没有这个完全能够有结论的原因。一方面，我从媒体上看到；一方面，卡在我们对于这个
中方所希望的，包括农产品开放，我们当然还是坚持这个立场。我跟这个次长能不能请教，我们现在农产品这个是这个707项，现在都还没有办法这个有谈判有结果吗？目前我们还是坚守这些农产品不开放。好，谢谢。所以在农产品的这个品项上面，我们并没有做开放的让步，那所以重点就会放在320项的食品加工品跟1510项的工业品，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主要是在工业品，在工业品是。好，所以工业品呢，我们希望中方能够在包括面板、工具机、石化、汽车等四大产业，能够把这个关税降到零，就是在第一个栏，是这样子吗？就降到零。当然，这是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到的。但是他们没有答应。对，因为陆方他还是有些他自己的考量，他并没有说完全同意降到零，但是可以考虑做某种程度的安排。那我再跟您请教，这个谈判我看从媒体上看到，好像下个月啊，会再继续进行谈判，是不是这样？是的，十二月。是的。所以您也提到说，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啊，这个能够有结果。那么，但是我要请问哦，继续进行谈判是一回事，那么最后的这个签字啊，我看到上个月这个邓正中部长到立法院来说明的时候啊，接受媒体的访问，他有提到，他说，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啊，要留待下一届的这个立法院，因为下一届的立法院就是明年二月一号，那个时候政府也会换届。我想他所说的政府是指的是行政院啊，到那个时候再来做决定。您能不能跟我说明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程序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你们希望在年底能够把它谈出大概有个结果，但是呢，签字不会在这一届的立法院我们的任内，这个双方签订这个协议，是这个意思吗？跟段委员报告，事实上我们的目标是在年底取得重大的进展，取得重大进展并不代表说谈判完成。谈判完成是。所以那签字呢？所以如果照邓部长的说法的话，至少说我们这一届的立法院不会看到双方签字，是这个意思吗？如果照目前这个刚刚您讲的邓部长的意思的话，应该是说在年底之前我们可能只有重大进展，不会有签字。不会有签字的话，大概就这一届立法委员可能就这一届就可能就没办法来审这个。好，谢谢。来，我请这个主委我要说我的看法啊。其实货贸跟服贸比较起来，服贸是要敏感的多。服贸其实因为它牵涉到跨境的投资跟人员的移动，所以它其实对于台湾的这个社会的冲击跟大家的疑虑会大得多。那货贸是因为是主要是牵涉到关税跟这个是不是禁止这个进口的问题，所以它只是货品的移动跟它的成本。但是我要必须要说，因为我们政府在处理为什么民进党一直主张先货贸再服贸的原因，其实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你把一个最敏感的东西摆到最前面了，那么然后在立法院引起重大的争议，引起整个社会的骚动，然后你造成这个因为服贸引起学运，引起整个立法院停摆，然后引起后续的这个争端，然后到现在你要处理货贸的时候，就造成你极大的一个困难，它的敏感度就会加倍。然后其实大家的这个神经就会紧绷，所以但是事情已经是这样了，所以我必须要这个提醒行政院提醒我们这个政府，在处理货贸谈判的时候，在程序上面必须要非常之周延。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什么时候签订协议？我们虽然不反对继续谈判，
我们知道这个谈判有其必要，但是因为在这一届的国会，在两岸这个协议监督条例形成僵局，这个我们的主席这个邱文彦委员，这个跟我一起担任这个内政委员会的召委，那么在星期二还在跟我谈这个问题，已经形成僵局，所以难解。到了2月1号之后，这个国会的生态改变了，整个状况改变了，我们必须要再看那个时候能不能有所突破。那你如果我们包括行政院也提出了这个协议的草案，各个党团或者这么多委员也提出草案，虽然到了下一届我们必须要把草案重新提出，但是那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必须要确认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虽然说未来不知道状况如何，但是我们必须要确认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在立法院通过之前，至少这个货贸是不应该签字，也就是说不是在这一届的立法院，到了下一届的立法院，我们当然期待能够尽速的能够完成立法，这个我们必须要这个各个政党啊要接续要来做努力，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强调，我们不希望，我们不愿意，我们也不会接受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完成立法之前，这个货贸协议啊去签字。我想我们的态度表达得很清楚，你有没有什么？委员的态度我们非常了解，这个而且我们非常务实的来看呢，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立法院在15号可能就要休会，所以在这之前我们的下一轮的谈判也是到12月的中旬，也不会那么快就会结果，我们只希望有重大的进展而已。好，谢谢。那么我请经济部这个卓次长请回哈，那么诸位请留步，我们请海基会林董事长。董委你好。董事长您辛苦。我听说您昨天人还在广东。是。你昨天晚上赶回来，为了我们立法院要请您来报告。没有错，我们。那你什么时候你还会再去广东吗？因为还有一个这个中山这个我们的那个台商协会周年庆在明天。台商协会周年庆，所以你什么时候要再坐飞机过去？明天上午。明天上午。明天上午你还要赶回去继续在广东的行程。是的。你很辛苦。我跟你请教，今年您还有几个计划要赴中国大陆？还有这个下个月我们会有厦门的周年庆。还有呢？就这样。就这样。海基会除了您之外，这个下个月就一直到年底还有几团会去中国大陆？应该。好像还有一个司法互助的部分。我所知道是还有三团了哈。我跟您请教，那我们海基会这个出国的这个预算现在花的状况，我们还有没有剩？我们都在预算额度之内来执行。都在预算额度之内，你确实是我们整体的额度，或是你有挪用其他的科目的预算？没有，我们是在整个预算额度之内来执行。我的了解是这样啊，董事长，对不起啊，我讲的直接一点啊。是。我所了解的是，你们钱都花完了，然后你们现在要求要用其他的预算，你确定你还有钱吗？我们都会照程序，假使有任何，我要要求这个，我要求啊，海基会在今天这个散会以前啊，应该是在今天中午了哈，在散会以前能够把现在对预算执行的一个简要的说明可以给内政委员会，所以出国预算是出国预算。包括已经使用的，我讲的不是核销，是使用的。我们当初通过的预算是多少？你们这个出国的预算现在已经和这个使用的，包括以核销未核销的，大概用到现在，用到您昨天从广东坐飞机回来的这个费用都算进去，用了多少？如果有超过的，这个钱是从哪边来匀支？能够给我们一个简要的书面说明。好不好？这个应该是我们照办，应该不困难。好，这个董事长请回，我接下来继续跟主委请教。主委，坦白说，这个两岸的这个谈判呢，要继续要往下走，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在11月18号的马习会哦，这个习近平先生说啊，他说两岸货贸跟互设办事处双方可抓紧商谈。
争取早日一致啊。那他特别提示了货贸跟两岸互设办事处。对不起啊，就我来看啊，这个包括货贸，您刚才也讲了，货贸在这一届的立法院大概不太可能这个会进入到这个签字，现实上不可能。那互设办事处呢？互设办事处是我们的期待，或是他们中方的期待？到底是谁对互设办事处这件事情会比较希望他能够这个？就是您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不断在提这件事情的是中方还是我们？我想这是双方的一个期待了，双方都共同期待，期待希望能够在互设方面能够再有一些进展。好，但是呢，对台湾来说，我相信您也知道，台湾的这个民间社会对互设办事处这件事情应该会有一些这个疑虑，因为互设办事处之后，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了？因为我们不能理解互设办事处之后跟现在这个委托这个海基会啊代办呢，对台湾来说有什么利益？我想互设办事处之后，如果在假如我们譬如说在北京，我们设了一个代表办事处，如果在当地那一地区的台商如果发生了任何人身的问题，或者发生一些法律的纠纷，我们就可以就近啊予以协助。这就是前提啊，就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有探视权？对不对？这就是前提嘛。是，所以这个状况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中方都不让，或是说我们能够拿到这个关键，如果没有办法这个谈判得成，这些关键如果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真正保障，对这个我们的国民有所保障，如果没有办法落实的话，我们在这个部分其实也不会有进展，对不对？如果这一部分做不到的话，那我们设立办事处的目的是在什么？是，这就是重点，最重要就在这里。对，所以这就是重点。是，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不起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明年选举投票之前呢，我们实际上可以开会的时间呢，就如您所说的是有限的。是，所以我们必须能够跟这个政府请教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要利用这个最后的机会，必须要确认，包括在货贸，包括在互设办事处，习近平先生特别点出来、提出来，希望加紧脚步的这两件事情上面，必须要确认我们政府能够替这个台湾能够把守这个守住这个我们的原则。政府的这个责任呢、啊，当然是替台湾人民争取最高的权益。像您刚刚提的人道探视这一部分，我们已经争取到了。我想其他的部分我们会继续争取。如果我们相关的重要权益没有争取到，我们也不会去随意的签署。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庄瑞雄委员质询，时间12分钟。主席、各位同仁，我请我们陆委会下主委。请下主委。为请我们林宗生董事长。请林董事长。经济部那个卓次长，卓次长，主委是，我想来请教了哈。这个今天呢、啊，刚听了你的报告以后啊，其实很多事情啊，这个常常有理性面的思考啊，跟有时候感情层面大家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反应啊。这一次我相信在整个货贸的一个谈判呢、啊、国人有些疑虑要澄清的地方我相信也不少。我们的政府一直对外强调的是我们整个针对市场的一个开放，或者说国际之间呢、啊、整个区域整合啊，它其实大家一直在做一个努力。我们也都一直担心说大陆的市场我们落后了其他的国家，那怎么办？
这些我听起来其实都有点似是而非啊。所以周次长，我想来请教，是台湾对中国的一个出口，它真正的一个巅峰在什么时候？大概是在2008年的左右。我看是2010年。那个时候对整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出口啊，达到42%，没错吧？42%，我们是40%，08年40%，08年40%，是。那10年呢？10年39.16%啊，10年是2010，10年是101年。所以不管呢、啊，是08年还是10年，是那整个数字啊，差距并不会很大。也就是说，其实这个高峰啊，几乎啊，我们在08年跟10年的时候啊，哦，那个实在是很吓人。那我们现在又在跟人家强调说，没进去哟，起牛那种起了料去啊，这个对吗？我相信在去年啊，整个台湾社会啊，大家也看到了整个服贸那样一个掀起的一个波澜。服贸其实已经宣告不治了，这个大家清楚。那货贸呢，我反而会觉得说，以一般国人的期待啊，没有一个政党会恶劣到说跟中国任何的一个谈判全部都要把它卡住，我相信不会、啊。但问题是很多疑虑必须要去做一个澄清啊！你货贸你要去签署，你如何去要求做求取一个平衡？我们怎么现在怎么听了听得到中国的都听到我们的政府强调的都是跟中国的一个签约，跟其他的国家，你像比如说 FTA 的部分呢、啊？那买一个加强啊！有，我们有。买去用听到的，拢讲好哦。我们的政府全部哦，整个篮、整个鸡蛋全整篮都放在中国那个地方，全部在依赖中国，这个观感真的不好。我出丢，在一个在野党的国会议员这样跟你讲，已经是足客气啊啦，无人要跟你动啦。但问题是讲，你要安那去有透明，要安那去一个民主的一个监督。这个都是最起码的、最根本的嘛。很快的，你会看到另外一个政党，现在最大的一个执政，最大在国会里面最大党的，现在执政的就是你嘛。政党轮替以后，换你们在监督了，你们要求是民主原则，换要求一个透明原则了嘛。所以啊，我这边做一个呼吁啊，任何有争议的、啊，你都不可以开玩笑啊。刚我听到了你去谈到说。对农产品的一个管制的部分，我相信我们政府不敢贸然去弃守。今天出丢在这里搞嘛哈？这我想农委会刚刚做说明的很清楚。没问题哦，农委会搁起来这来，我这个不叫你起来讲就没事。哎，请副处长。副处长，是我的女性，我讲的要做细声，对你做客气啊，我来请教你。现在你去谈判的部分，我们农产品这个管制的问题啊，我相信攸关台湾啊，这一些最弱势的就农产品这一块，我们守得住吧？现在谈判还在进行当中。要求我跟你问看守得住不？你跟他讲进行当中，你不要靠欺骗的。你来个讲有，啊，我就给你支持，噶唔是安尼？你的意思好像让我听起来是讲翘起啊，守不住啊、欸。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最担心的是什么？本席来自于农业县，我最担心的就是说，到最后就突然告诉我们说，为了整个国家、整个经济的一个利益啊，啊，这保温呐、啊，农产品我不得不牺牲了、啊。然后呢，你补偿的、立法的，全部都还没有做成任何的一个规范。第一个受到突袭的，就是农业。那委员，我可以跟你报告吗？你讲得向国人报告，我对你做细声啊，你讲。我们绝对不会
不会牺牲农业。那刚刚我的报告里面我也有特别说明，只要跟农民利益有相关，跟粮食安全有相关，跟我们台湾农业永续发展有相关的，我们一定会争取到底。争取到底是什么意思？争取到底是对话谈判的过程而已呢，我现在要说结果呢。我立不出来啊，讲不出来啊，因为谈判还在进行当中。那我刚刚也跟各位报告过，对方要求的是正常化，我们要求的是自由化。所以我也说明说，我们有很多农产品，我们是希望对方能够降税的。所谓自由化，就是他降税要降到零；所谓正常化，就是他要求跟其他 WTO 会员国一样。那这个部分我们正在努力的在跟他说明，只要跟粮食安全、跟农民利益、跟农业永续发展有关的，我们必须要维持管制的措施。好，这样感谢你，希望你可以收得到。你先请回谢谢次长。其实啊，我货贸这个部分呢、它其实没有服贸那么敏感啦，没那么敏感啦。所以我会觉得说，因为你毕竟你整个服贸涉及到跨境，还有人的问题，那你货贸这米干娘啦。但是呢，你整个两岸的这个货品贸易的一个协议里面，你涉及到市场的一个开放、关税的一个减让。甚至原产地这些原则、海关的一个程序，还有食品安全检验跟动植物防疫的一个检疫，甚至于这个贸易的一个救济啊，这一些其实你严格来讲，你对整个国家的一个安全，跟整个社会的一个安定啊，还有经济跟产业的发展，其实都影响重大。是，刚我听了农委会的副处长的一个讲法，其实我有一点担心，我看你们都非常急。我昨天做了一个梦，夏诸位，你来帮我解个梦来。我这边给安尼大家一觉醒来以后，您讲好啊，正月十六以前，让我签落啊。我都很认为各位都是有为有守的国家优秀的公务人员，可是后面常常会有一只你看不见的手啊。黑手啊，黑手啊！你们当个你敢不是安尼？常常拢嘛要被指派一些莫名其妙的任务，对不？你就是在被指派莫名其妙的任务，那哪轮到你？因为海基会，我们是在陆委会授权之下去推动业务。家己，迄啰注意，伊有达行跟你，有达行跟你报告吗？他每一次，伊做的有达行拢你同意吗？每一次去都有跟我们陆委会做报告。哎、啊，因为这几块五扛不顺的，你都唔知啊。他的大老板不是你啊。所以啊，我本席非常担心的就是说，到底在急什么？11月23号，几天而已，打你一刷公刷呢？注意干不是？打你一刷拿公刷呢？谈完了以后，就有人不过瘾了，马总统就跳出来了，要去追踪哦。陆委会说你近期要派人赴中国跟国台办公的官员去接洽。针对马习会的讨论议题进行后续的追踪，包括了什么？货贸啊，包括了些什么？两岸的啊，互设办事处的问题啊，陆客中转的问题啊，甚至针对对台的军事基地，这些注意观蒙利啊，你别那追踪，你别那追踪，你派上去。我想这个在这个马习会之后，我们应该要追踪他们谈的这个一些问题，看能不能做一些追踪的这个实，把它能够实践，这本来就是应该做的事情。好、如果我们不追踪的话，我们才是没有尽到我们责任。OK， 次长来，万孟迪，你们在圆山谈的有没有共识？有没有什么共识啊？当然，如果是有共识的话，就谈判就结束了。啊，是啊，所以我就跟你讲啊。啊！你无共识，马英九就跟你讲，到中国去追踪，啊，那又变成什么黑箱了？追踪不代表已经就有共识，我们在一起谈不一定就谈得出结果来、啊。所以你听不过艺术吗？注意啊，我惊叫做黑箱了。
不会黑箱的，一直在跟你强调货贸啊，对本党来讲啊，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啊。我没跟你讲的是讲，你要按哪去平衡，怎么样在一个民主监督跟透明化的一个原则之下，政府积极勇于认识，不是坏事啊。但你总是爱接受国会一个监督嘛，你就是创了不好势，今天局面才会变成如此嘛。所以我们担心呢，到最后到中国去谈，可不能看得到。你像我刚马总统谈到那个陆客中转的部分，那个议题多大呢？涉及到海峡中线呢？绝对不会涉及到海峡中线啊！是啊，咱有咱的底线跟立场嘛，我知嘛。问题是你们这个肩膀，你们守得住吗？马英九那个压力是有多大呢？刚刚啊，你谈了我吓了一跳。马总统的底线也是一样的，中线绝对不能碰到。那很好哦。共得爱这个搞哦，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说，其实两岸之间呢、啊，这种关系啊错综复杂，尤其刚你在答复那个整个反恐，你简单的讲了，你简单把它想一想嘛。你说真正的一个恐怖攻击行动发生在整个啊海峡中线之间，或者说跨境两岸必须要来合作。大家会乐观其成吗？可是感情上又觉得很怪，我们跟中国联手来反恐，理性上是对，可是对台湾最大的威胁又是他。很多人甚至讲说，反恐最大的恐怖分子对台湾来讲就是中国的，心情上反差就非常大。所以啊，我们担心的是什么？我们担心的是说，各位在对外的时候必须要守住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立场，哪怕到最后是有最你的最高层那个政治势力介入，你都没差别。所以我们在说，你帮我解个梦，会不会在1月16号之前，你们告诉我1月16号之前砰签了，我马签了，会不会？你不要胡思乱想，就不会做噩梦。我跟你说，你这个叫做没读书，那梦的解析，那是博大精深，那不是胡思乱想啦。诸位，等那本书好好读一下。有人在笑的时候，有人就会哭。我担心的是这个。所以呢，国人的疑虑，那个叫不是要胡思乱想。身为一个国会议员，对我们政府的所有的一个作为的，做一个最严厉的一个监督啊，理所当然啊。反而是身为一个政务官的，你念之在之的是如何守住国家的底线，如何为人民来把关，这个是重点的。您都在农委会的副处长讲得多好，所以我跟你讲，查某的表现拢总比查甫较好。我的结论，女性出头天呐、啊，政党轮替啊，我无跟你骗啦，你黑白回答，谢谢啊，要加油了哈。来，请回。好，我们接下来请陈怡杰委员质询，时间12分钟。主席，各位同仁，有先请下主委好了，请下主委。陈委员好。夏主委好哦，刚邱文燕委员有提到两岸有没有可能一起联合反恐，那本席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反恐其实没有一个任何国家会反对哦，但是对于美国其他好事好像似乎也没有想到台湾，那台湾已经加入 IS 联盟，就他好像就示意意识上好像就是已经把台湾拖下水了，那其实说穿了，到底是不是要台湾出钱吗？还是面对美国这种好意，台湾是不是就只能被迫接受？为什么我要这样问你哦？我想先听看你的态度。为什么？就是说，像昨天大家都吵沸沸扬扬说，中华民国的国旗在影片中还很荣幸的被跟那个美国、英国国旗放在一起，所以马总统用这样的方式来安慰民众说，那不用恐慌哦。但是这种问题不是说你用呼吁就可以去解决的，所以我想听听看夏主委你的态度。我想我们这次在这个 IS 这个整个这个
活动里面，我们主要的责任呢，是我们是协助一些人道的援助跟一些这个急难的救助，所以我们一再强调我们要做人道援助的一个提供者。所以不是说要台湾出钱就对了。出钱，我想难免会出。可是作为一个国际社会的一份子，我们本来就有这个责任。我们过去台湾在成长过程当中接受了国际多少的援助，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该出的这我们的责任呢，我们是应该尽的。那是无可奈何被迫接受吗？我觉得我们很自愿的，因为我们一再强调我们要做一个人道的这个提供者以及和平的缔造者。我想要提供人道援助，要出点钱，这是我们的国际上的一个责任。那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有机会，其实夏主委你不应该要去找马总统建议看看啦，就说。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呼吁我们全民说，我们非常的荣幸我们的国旗跟美国、英国放在一起。应该去想想到底什么样，除了反恐之外，以后对台湾有利的，是不是应该也要想想看我们？你懂我的意思吗？其实在国际上，我们的确也得到了像美国、像日本、欧盟很多国家的协助，在争取的国际空间各方面。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你能够去表述一下，好不好？有机会跟马总统表述一下。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十二月中的第十三轮谈判，媒体报道说，只要双方谈得拢，我方就不排除由次长领军。那我想请教一下，是哪一方朝得拢？我想双方目前对于这个第一个文本的部分，还有大约两成到三成没有谈好。另外，对于这个关税的部分也还没有完全谈好。我想，所以谈得拢应该是这两部分吧。就指的是这两部分。那另外刚刚那个民进党委员有表示说，希望货贸继续谈，但如果谈好了，假设你们今天谈好了却不能签字，那等于是要让下一届总统确认后的新内阁来签字，那这样行不行？行不行得通？算不算数？我想应该是说，我们谈好之后有新的马总统，我们通常讲看守其实是在内阁制的这个情况比较多。马总统是全民选出来总统，他的任期到明年5月20号，对不对？那我们觉得刚刚讲的意思是说，对一个新的国会要负责任，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谈完之后，会跟新的国会明年2月1号以后会做适当的该做的报告都做报告，该送来审议会送来审议。那会不会如果签署的话？所以你会在明年520之前先签署完成？能不能签署完全是要看双方谈的怎么样。如果能够谈到了一定的协，达到共识，达到了协议，我觉得签署是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你的目标只是期待520之前能够签署完成？我们目标是希望能够尽速达成协议。为什么我要这样问你？因为目前有一种声音会认为说，两岸货贸是不是可以在年底之前签署完成，他把它标示为是马习会的成果指标之一。那所以为什么我会这样问你？那看来就是主委您的答案也是认为似乎希望在520之前能够签署完成，就是代表说马习会，这是马习会的成果指标，你认不认为是这样？我觉得马习会有很多这个希望能够达到的目标，而货贸是双方都愿意继续努力达成这个一致目标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觉得如果在520之前能够谈完，我们一定会按照这个现有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及两岸协议的监督条例草案的精神，向新的国会或者向现任的国会，万现任国会是来不及了，一定是向下一任的国会做出适当的负责任的一个报告。所以那你觉得这样子到底是不是可以把这样的指标作为一个观察的方向吗？就是马习会的一个观察指标方向。我觉得如果能够做成的话，那当然是表示马习会他们两个领导人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我们达到了。所以只是这样子努力的一个结果，不是就像你们说你们是因为台商 push 你们才做，是你们认为就像你早上回应的嘛，就说我们是因为为了台商，我们听了台商讲，所以我们这么努力，不是嘛？是为了要让全民知道说我马习会这样子是一个其一的指标嘛？这两个完全不冲突。马习会之所以马总统之所以希望能够达成，也是因为为了台湾台商的这个利益希望能够达成，为了台湾的竞争力能够再升高。我不认，我觉得你这样听下来其实就是像马习会的成果指标之一这样而已。好，谢谢夏主委。那接下来我想有请那个经济部跟农委会。政委你好。你好啊、这几天很多网络文章都指出，政府在货贸谈判的时候好像放水，让大陆的黑心食品可以快速通关，到底有没有这一回事？哦，我跟政委郑重的。那检验的程序是不是会因为这样而有所改变？
跟陈委员郑重的说明，绝对不会。那个两岸快速通关跟检验是两个不同事情。凡是要检验检疫通过的，无论是跟哪一个国家签什么协定，都必须要根据我们现行的检验检疫的规定来做检验。海关也可以根据他的需要，如果认为有加强检疫的必要的时候，他也可以加强检疫。所以跟那个快速通关跟检验检疫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所以你可以在这里就是挂保证说，绝对不会让大陆的黑心食品就可以这样子快速通关，就是从中再把检验程序去做其他的有更多的灰色空间，或者是把它检疫而繁杂化，让它。对啊，因为现在是大家所关心的这一个问题啊。现在食安都已经这么不安全了，然后你还让大陆黑心食品这样，如果可以快速通关的话，那到底这政府是可以替民众做什么？我是不是请农委会他们都负责检验？然后请农委会说明。好，报告委员，我们可以保证，在这一场协议里面，有关于食安包括检疫检验的部分呢，我们绝对没有对中国放水，而是建立的更透明化的机制。那次长你应该也可以保证吧？是，当然可以保证。对不对？你不可以说叫他出来保证，然后次长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大陆要求台湾开放农产品进口，要求我国必须给予大陆等同 WTO 成员的正常化的待遇。那目前我们听到都是，好像你们去征询的都是大老板、大财团的声音。那政府会不会偷偷的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譬如说，包括农产品、加工农产品，我们会不会让步？那报告委员，有关农产品的部分呢，我们沟通的对象是农民、农民团体，还有我们农业的产业工协会，而不是大财团。我们现在听起来似乎你没有实质的走路去听听农民的声音呢、啊？那到底这样子，包括农产品，还有我所提到的加工农产品的部分，会不会去做让步啊？有关初级农产品的部分，我们确实透过我们的改良场所，还有我们自己本身，都实际的跟农民还有农民团体有接触，然后有座谈。所以你确定，那你就可以很大方的说，那我们绝对不会去做让步的这个可能吗？我们做出的决定立场一定是农民共同同意的，我可以这样跟委员报告。你有信就是农民共同同意的。对，就是说 OK 好，没关系，你有这保证之后我们再来验证啊，是不是你说的是这样哦？那根据经济部的说法，货贸文本70条大概剩10条还没有共识，那85%的部分已经完成谈判，那目前还没有谈成的是哪一些部分？我想主要是那个 PS， 就是那个原产地的这一部分，还有那个海关通关的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还在继续在谈，就是剩这两个部分还没有。是是。那另外有关像倾销的这个部分，为什么我要这样问？因为大陆的企业很多，其实是我们知道，其实是跟政府有连结的。那他们可以因为政府的撑腰，所以不计较成本的出口。哦，那譬如说我举例好了，像最近的钢铁，大陆因为它可能过剩，所以就向世界倾销了嘛。包括我们自己可能，那很多国家也已经迈入调查。在台湾的部分，不但有钢铁的大厂停工，连我们中钢最绩优的中钢获利也创下最近年的新低纪录。那到底有没有，你们政府到底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那如果注意到了，打算要怎么解决？那目前的两岸协议有没有一个解决的机制？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事实上在两岸协议里头，我们有针对反倾销补贴平衡税的措施，还有一些特别的防卫措施，我们在那特别防卫措施是指什么啊？就是具体的啊，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产生了，那大家也都去很多国家都调入调查了，进入调查。那具体的措施解决方案是什么？有，我们是有个贸易调查委员会，那么会针对中国大陆的货品，譬如说你刚刚已经开始调查了吗？我们有在进行程序中，是的，程序中是在进行调查。对不起，好，那把它阐述完成，就是一个什么委员会？贸易调查委员会。然后呢，成员有谁？哦，成员是各个专家学者，还有各部会的代表，是各部会的代表。专家学者还有部会的代表，是。那哪一些专家，哪些学者啊？我希望你能够说明啊，因为我想了解，要具体。我提供你一个名单，有一些法律的专家或教授，还有一些在业的律师。我担心的就是你认定的专家学者，跟一般大众认定的专家学者是不一样的，而且有可能是特定的，所以。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两岸协议有没有解决的机制针对这个部分？有，我们事实上我们也有在两岸在讨论的时候有谈到防卫机制。防卫机制，是。所以怎么样的一个防卫机制？就是如果针对对方的货品大量的进口造成我们国内产业受损的时候，我们可以启动防卫机制，就是说是可以提高它的关税，或者说是可以。所以一旦发现有任何这个问题，防卫机制是随时都可以启动的，应该这样讲吗？可以，可以。OK， 那之前嘛，政府跟几位官员，就像你讲的，都会跟官员啦、学者啦，你们认定的官员、学者去做沟通。如果服贸货贸签不下来，台湾可能就不用加入 TPP 跟 RCEP。那如果货贸谈完了，台湾似乎就可以加入 TPP 跟 RCEP， 有这样子的说法吗？你认定大陆是不是就不会背锅？因为我记得我上次好像有问过夏主委，夏主委的意思是说，基本上大陆其实是针对这个部分是有相对的背锅成分存在哦。所以我想听看你的看法。我想 TPP 是一个采共识决的，那么 TPP 的12个成员国里头，我们都要获得他们的同意之后，我们才能够加入 TPP。那他们最重要关心的是，我们是不是有自由化的决心跟自由化的能力。那么货贸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现我们自由化决心跟能力的一个场所。所以不会像马政府或者几位官员所说的说，所以你是否定他说的吗？没有，就是、我没有否定。你没有否定，对。所以间接就承认，就说其实就是 TPP 跟如果服贸货贸签不下来，台湾就不用加入 TPP 跟 RCEP。我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们因为这答案我听起来的话，对我们加入 TPP 绝对有正面的帮助。哦，就是说，你还是要决定，还是要决定权还是在大陆啦。如果你货贸有通过了，那这样有信任基础了，那 TPP 才可以相对的非常乐观的可以加入。因为 TPP 是采共识决。我觉得我这样听起来就是另一种方式在威胁台湾民众。没有，绝对没有。不是，所以这样子，夏主任，那这样我觉得你讲话比较老实，比次长老实很多。哦，真的，这主委要值得嘉奖一下。所以，但为了台湾经济，你真的还是要去努力了，好不好？不要再用这种威胁的方式，真的，这是很多人是不可认同的。我们从来没有威胁。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陈其迈委员质询，时间12分钟。主席，各位同仁，我请教一下这个夏主委跟我们这个卓次长，好，请还有夏主委、卓次长，我们农委会有来吗？对不对？有，请副处长来。农委会，抱歉了，农委会是哪一位？那个翻过来，好啊，副处长，好，看到，来，谢谢，来，委员总，这个主委哈。我想先请教一下，刚刚你在答复委员的询答的时候，不知道是次长还是您特别提到说，这个年底12月了，因为12月下旬会有另外一次的技术性的这个谈判继续进行嘛，对不对？是。那我们的研判就是说，就市场开放的几个部分，目前为止还谈判还在继续进行当中，所以。你们的判断是说，这个12月底要完成这个技术性的谈判是有困难，是不是？还是有待努力？我想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年底能够取得重大的进展。好，那这个现在卡到了哈，是不是可以你请你简单说明一下，是在市场开放的部分到底是哪一个部分是有最大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中方的要求，好，跟我方的要求哪边啊？这个是还没有达成共识。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希望包括传统产业，还有一般中小企业的产业，还有我们的四大产业，能够希望我们取得比陆韩 FTA 还要好的待遇。嗯，那这一部分，陆方还在继续在比中韩还要好的待遇。对对对对。那么这一部分，陆方他们还要跟我们继续的磋商，他们已经做一些程度，某种程度是开放的项目呢，还是这个关税的项目跟关税都有好。那至于陆方呢，他们还是对于我们这个市场正常化这一点还是一直那农产品的部分呢，中方对农产品的这个开放的这个部分现在的态度是什么？中方
中方最重要的态度就是他希望我们能够比照我们对其他 WTO 会员国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哎、也就是说他强调的是你必须要让我跟其他的会员国一样的待遇、但是他并没有要求我们就是要强力的要自由化、哎、自由化就是是跟其他国家 WTO 的这个待遇是一样嘛，对不对？对，他要求的是他能够、啊、所以我方的立场呢，农产品的部分，我方的立场我们目前还是跟他讲，因为我们跟大陆的量体差距很大、生产的成本差距也很大、所以只要攸关我们跟农民的利益有关，跟粮食安全有关，还有跟我们未来农业永续发展有关的、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继续维持管制啊。所以我听你这样讲，是你可能在原来的他要求的770项里头，你是有一些部分你是要开放哦。听你这样的讲法，是有一些你要做一些筛检，譬如说粮食安全或者哪些等等这个部分，那其他你可能考虑开放哦。我听你的意思是这样哦。因为我们在跟他谈判的，我要跟委员报告的是，我现在讲农产品，我不讲加工品，我现在讲农产品。那我们对对方，我们也有要求他自由化。所谓自由化，就是说，不是你回答我的问题就好，就是大陆农产品是不是在这一次的货贸里头有一些基于一些，譬如说国家安全、粮食安全等等这些因素考量以外的，我们有可能会接受大陆农产品开放进口，是不是？他所要求的这个770项里头。现在的谈判还在进行当中，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立场。所以你坚持的立场是什么？你再讲一次。只要跟粮食安全有关、所以你 我看你是有一些部分的这些农产品是准备开放进口了，是作为你跟这个包括工业产品四大产业的这个交换的一个筹码，对不对？你不清楚、我觉得不是跟工业产品的交换、而是说、如果我们希望跟他拿到好的待遇，那我们可能就必须要去衡量。我知道，诸位是，我关心农产品的问题啦。是，那现在到底，我只要听农委会跟这个经济部的这个讲法啦，那似乎听起来是说，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即将在12月下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技术性的这个谈判里头，这个对就有关农产品开放，这个我们有部分的这个农产品品项是有要考虑开放的，我听起来是这样，除了一些条件之外。第一个、这总体的我们的谈判的策略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谈判在进行中，我们实在不应该走进入任何一个细节里面去。第二个，我们尊重农委会刚刚所说的这几个立场，凡是只要涉及到我们粮食的这个农业永续发展，关系到农民的权益，我们绝对都会坚守立场。是啊，我的意思是说，你农产品的部分跟工业产品的部分应该是把它拆开来看嘛，对不对？你没有必要在这一次的这个状况里头再谈论这个有关谈判有关农产品的这个部分啊，不是这样吗？我们这次有要求多少农产品要求中国大陆开放进口，有没有？哪些项目大概有几个？基本上，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对我们的农产品是全数开放的，所以我们的要求就是他要立即关税，是关税的问题吗？对，关税的问题。所以我们基本上只要是台湾可以出口到中国大陆有潜力的，我们都希望中国大陆能够立即降为零，或是在70%内降为零，这是我们对中国大陆提出的要求。那个主委啊，你记不记得马总统特别提到说，这个他当总统不是卖台，是要推销台湾的农产品，对不对？啊，他也特别提到说，在这个他担任总统的这个任期里内，有关这个大陆的农产品要进口，他要严格把关的哦。是他非常严格把关，到现在没有增加一项。所以我现在接下来的问题是说，那就农产品我们现在开放的一个准备开放的项目呢，听起来我是看起来是有一些是准备要继续开放的项目，这个对我们农业的一个冲击或者一些替代性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这个做过评估没有？你没有跟农民做过的，有没有跟农会啊？怎么大家都不知道，地方的农会都不知道说我们要开放大陆哪些农产品可能开放进口啊？我印象中做过400多场的这个沟通。我说农产品的部分呢、是农产品的部分，对。是啊。那个报告委员，就农产品的部分，我们跟农民、还有我们的农民团体、还有我们的产业工协会，其实做过非常非常多场的沟通。你怎么地方的现在一般的农民呢、啊？因为我们现在比较有多的时间在地方跟这些农民接触。就有关开放农产品的这个部分啊，就农民是有很多的一个疑虑啊。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要重演上次福茂，有啦有开啦，大家讲一讲，结果大家反映的一个意见，你没有把它纳入来，又重演过去福茂
这个黑箱的一个经验，让大家觉得深恶痛绝啊，被蒙在鼓里啊。所以我刚刚为什么在问你说要你们大概有准备要开放哪些的这个农产品？我们还是说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你们应该是工业产品除外啦，你们应该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评估报告嘛？对我们农产品的冲击到哪里啊？那我们的补救措施到底是什么啊？对不对？所以你看今天送过来经济部的报告里面讲得很清楚，有一些哦在做哪些事情啊？农产品的部分呢，我就没看到啊。那个对不对？你对农产品的对农民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多少这个进口会造成多少影响？有利有弊的部分，那补救措施到底是什么？你们的报告在哪里啊？报告委员，我们的报告一直持续在做滚动的处理。那我要跟委员保证的是，不，这个我不相信你们的保证，我不相信你们的保证，你们保证到最后都是随便讲一讲啊，我们都是空头支票啊。你看 EQUA 说要干嘛，结果 EQUA 到现在的成效，对不对？我们市占率一直往下掉，我们的产品竞争力一直逐渐在中国市场流失啊。对，所以你要交给我们委员会一份完整的对农产品进口的农产品跟农产品加工啊这个产品进口的评估报告，你要完整的交一份啊！你在滚动到我们今天国会在质询，我们都还没有看到报告啊。好，那我们会后跟委员。这个很严重的事情诸位，诸位是，这个是相当严重的事情我相信你到现在农产品的部分都不在评估报告里都没有。农委会做过很多的沟通，也做过很多的评估。委员如果要求的话，我们会送一份到内政委员会来。不是，你这个，我觉得这个部分你们要先跟农民跟我们委员会就农产品这个部分，或者到经济委员会跟我们内政委员大家做联席会议，就这个部分大家把这个农产品进口的这个部分先把它弄清楚。我们现在怎么可以才在、到现在才知道说这个报告都没有？协商的第二沟通阶段，我们会适时的提出相关的国安的评估。你经济部管工业产品啊，农委会农产品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看到啊。刚刚农委会同仁也讲了，我们会送一份到内政委员会来。好，这个另外一个问题了哈，是检疫的问题了，检疫跟查验的这个，因为农产品进来它几个部分啊、海关报关，啊、农委会防检局的检疫。这个卫福部的这个食品的查验，对不对？总共有三个程序嘛。那现在就问题就来了，我看你们农委会的报告、你们提到说两岸已经就食品安全检验跟动植物防疫检疫措施专章内容大致获得共识，这个已经谈好了、这个已经谈好了，是食品安全检验这个部分呢？这个是谁去谈的？这个也是我们农委会跟卫生署一起，卫福部啊。所以今天卫福部有没有来？今天没有来。对。不过这个内容我清楚，没问题。我现在问的问题是说了哈，你当然是48小时，你的快速通关了哈。通关这个部分其实争议不大了，问题是在检疫。那检疫当然是国对国嘛，对不对？是我们对于对方的这个检疫证明，对不对？官方的检疫证我们承认。那我们几个货柜进来，我们用这个抽批或者是这个逐批的这个查验方式嘛，对不对？那完这些相关的农产品要送给 FDA 看它农药残留啊等等这个部分的一个检验嘛，所以你们现在我没有看到说你们的食品安全检验跟动植物防疫措施相关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跟其他国家有什么不一样啊？比如说跟美国、跟我们这个其他 WTO 的这个会员国，就有关食品安全检验跟动植物防疫措施有何不同？你现在跟人家签的这个措施到底是什么内容？到底是什么？好，那我要跟委员报告的是，我们跟对于中国大陆的农产品或是加工食品的进口，跟其他国家的检疫检验措施标准都完全一样。那这个协议，我们最主要是针对我们要出口到他那边，因为发生了很多的，譬如说我们进口到那边有一些，被他挡关了，或是我们在出口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提供我们资料？我刚刚就讲了哈，检疫的部分差异不大了，对不对？因为检疫是国对国，是拿对中国大陆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检疫证明，对不对？对，那我们基本上了哈。是相信嘛，承认他的检疫证明嘛，但是就食品
安全卫生的这个部分，现在一般通行的一个做法，其他的国家我们是要求他出示这个公证书，对不对？比如说，因为他国家没不可能每一个食品他都去做查验嘛，所以在对方的这个国家，我们要去承认，我们要去采认对方的这个公证行所开具的一个证明嘛。比如说之前黑心油，那越南就那个公证行就随便盖章嘛，对不对？那我方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些相关的公证，民间的这些公证行所开具的这个证明，我们现在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基本上我们还是中国大陆说行，那这家就行。你们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的实务都是，他东西进来，我们除了看证之外，然后我们会逐批去检验。不是，你现在是在讲农委会，我知道了。我现在在跟你讲卫福部的嘛。卫福部也是一样，他没有卫福部要看啊，要看公证行啊。除了看公证行之外，他们也会去抽验。哦，那当然，那当然。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了，这些公证行，中国大陆民间的这些公证行啊，你知道，包括越南这些落后的国家了，这些公证行的证书是随便盖的啦。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知道。所以你看，为什么当时越南这个大幸福的黑心油进来，那个公证行闭着眼睛都一直在盖。香港也是，你不要讲说什么中国大陆的这些公证查验相关的这个程度到底是什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就食品检验的这个部分呢，啊，你不要说我方后端带农药的这个残留，这个相关的这个我们的逐批或者逐次这个查验，这个先不提，你就光是中国大陆里面的这些公证行所开具的公证证，这个都大有问题啊。所以我们应该有建立一个机制说，那这些公证行，我们应该我方有一些部分的一个认证，或者是他必须经过中国的哪些的一个程序认证，那这个公证行的证书我们才采信啊，不是应该要这样吗？那这个谈了没有啦？这个是目前的实务操作就是这样子。不，我知道了。譬如说我们要，不是大陆的食品的检验啊，哈，台湾很差啦，坦白讲啦，这个是讲起来丢人现眼的事情啦，中国大陆也不会比台湾好到哪里啦，对不对？所以未来你包括说大陆的这些公证行的这一个公证的证书的一个采信，对不对？我觉得坦白讲，就一个食品安全管理的角度啦，这个部分必须要去加强说它一个公证行我们的一个认证，或者是说我们对它采信的一个部分，你要做一些基本的一些调查，啊，是，对不对？你要了解说哪几家过去是有问题的，哦，哪几家这个恐怕是并不是说中国大陆或者要经过哪些的一个程序来承认这些公证行的一个公信力啊，是，对不对？那最后一个问题，假如这些农产品进来好啦，你说你开放之后，那你的检疫跟卫福部的这个抽验，哦，或者是查验的这个人力跟设备够不够？你意思说你已经进开放礼拜，到底我们检查的人有够不啦？不然要怎48点钟平均来讲啊，或者是说你有一些你要把它再检疫，或者是抽验嘛，哦，嗯，啊，这个检疫这两个程序人力够不够啦？简单讲是这样啦，人力是一定要加强，不过我们你到底要加强多少？你要开放多少啊？这个都涉及到这个我们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工作，嗯，啊，不然你怎么跟人家承诺48小时？好，这些都会在我们的配套中。不是啦，你已经答应了人家48小时，我现在才在问你嘛。那你当时48小时你是怎么去跟人家答应说你48小时？你现在人力也没有增加，看起来也没有计划啊，对不对？啊，你检疫的人力我看也没有增加啊，从预算书看起来也没有啊，对不对？你检疫人力没有增加，食品的这个查验的人力也没有增加，设备预算也没有增加。啊，这个到底怎么一回事？你怎么答应48小时？你哪来的这个勇气？啊？应该是说我们现在是出口到他那边比较多，其实这个议题是在规范，嗯，那怎么啊？你就刚刚都讲到说有一些你要开放进口啊，怎么会这样啊？你开放比较多，我方的这个我们的检疫证，我们农委会的检疫人员也要增加啊，不是吗？报告委员，我们现在的立场还是非常的坚定，我现在不管立场嘛，对不对？货贸谈判我们也这个不是勇气，哎，欸，这个刚刚次长讲，我还是忘了纠正，哎，欸，对不对？这个跟决心有什么关系？是你们谈判谈的好不好的问题啊！大家对市场开放哪有什么意见呢？贸易自由化大家有什么意见呢 ？TPP 大家民进党也赞成啊，对，是说对于你们谈判的一个整个过程，跟你们在谈判的一个能力，那大家有意见啊。所以你到现在你48小时，我问你人力准备多少，需要多少，你那都没有一个数字给我。
对不对？按预算也没有看到说你要增加多少预算，那这个农产品不是不设防吗？那对不对？我们事后把相关的配套给你，事后你都去跟人家谈完了，所以我会担心的问题是在这里啊。还没谈完。我知道啦，你四十八小时那个你去答应人家了、啊，不是吗？你再没有一些很客观的一个人力上、预算上、资源上的一个配置，你这个食品几乎是等于不设防啊。主要是针对对方了，因为我们常常我当然是知道对方啊，你对方进来啊，所以我说我们要把关。我们的外销产品到大陆去了，常常被他们延误，所以我们希望四十八小时。哦，这个我知道，这个当然要去谈啊。对，很多都是业者的问题也有啊，是，对不对？好、哦，所以我现在在讲是说大陆农产品进来，我也有疑虑的问题是在这里的，好不好？好，我们接下来请郑丽君委员质询，时间八分钟。本会委员十二分钟。好，主席，麻烦先请农委会经济部。请卓次长，农委会请副处长。农委会是副处长。是，郑委员你好。农委会。好，我先请教这个农委会哈，我们这个第刚结束的第十二轮货贸谈判里面，中国希望我们开放目前单独限制中国方面进口的2537项货品嘛哈，其中里面嘞农产品，你们报告里面说615项，或者以十位码计算972项嘛哈，那另外农产加工品几项？你不知道哈，农产加工品320项嘛哈，另外是用十位码算的。好，那还有经济部待会要问的1510项一般工业产品嘛哈，我现在具体在问农委会有关所谓不管你们计算初级农产品615项或972项，我方到底会不会对中国开放，会还是不会？委员，我必须要跟您报告，我谈判还在进行，这个你不愿意谈。我现在不能谈啊。那马总统的承诺跳票是不是这样？有可能跳票，是不是这样？谈判还没到最后阶段。哦、啊，所以这个今天这个讯息非常重要。到底马总统承诺不会对中进一步扩大开放农产品，会不会跳票？你不敢讲哈、啊。事实上，本来我还正面期待，以为说你们是因为不愿意开放这几项，所以卡住。我还跟你们这样推论，结果你现在不愿意讲。我不是说我不愿意讲，而是说我现在不能讲。所以到底会不会开放，不敢承诺。如果我现在跟人家的立场非常好，那我进一步问，我在这里说，好，我要怎么做？所以好，那我现在进一步，那农产加工品开不开放？看起来是要开放，因为都已经谈到四十八小时放行了嘛，对不对？没有四十八小时放行，其实它是有那个，刚刚我们拿到一个资料，它是有那个什么。有那个有弹书的，他是说 ECFA 货贸协议对未来将加速两岸货贸。好，你不要浪费时间了哈。既然大家最担心就是320项这个农产加工品到底要不要开放？我看了所有的清单，农产加工品我念不完了。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未烹饪的粉条啦，婴幼儿用的饼干啦，酱油啦，哈，这个番茄调味料啦，也就是说，我们农产品简单做一点点加工，它就可以进来。这些东西都可能进入我们的这个食品加工，进入我们的整个饮食这个项目里面呐、啊。那个对食安呐、啊，会有相当大的这个冲击啊。所以刚刚陈委员问你们，这个四十八小时放行。重点不在于说我方去48小时，他们来48小时，重点在我们能不能在48小时内有足够的边境的检验能力达成这个把关啊，你们有这个信心吗？报告委员，刚刚我要报告的是，我们讲48小时通关是不需要检验或审核的。那如果是需要主管机关，不在48小时内，48小时之内，按照我们既有的程序检验。对，好，那我现在进一步请教，那您刚刚有回答说中国当地的检验证明，你比照其他国家都可以嘛，对不对？是不是？中国大陆的，中国当地的他附的检验证明进来，我们就不用验了，是不是这样？不是说都不用验，而是说我们会看到所谓。
来，你们在自清区里面啊，本来就要采用供应商符合性声明啊，我现在就担心了，不仅检验证明啊，包括中国厂商的声明书、切结书，能不能代替台湾产地的我们实地的检验？能不能？你不要浪费我时间，赶快回答是或不是。不是所有他的声明书、证明书，不是所有，所以代表有些可以，对不对？我们必须要先去查验过我们的，所以是不是代表有些可以？这就是大家担心的地方。我在这边要求农委会，现在食安问题这么大，我们开这么大的一个门，到底未来的冲击会多大？我相信社会会进一步关注了哈。我现在请教我们经济部，时间有限了哈，我们1500多项的一般工业产品，哪些会优先开放？我跟委员报告，现在谈判还在进行当中。好，不愿意讲。但是重点是我们现在关心的、担心的是说，你们都不愿意讲。那到底你们的因应的计划是什么？产业如何调适规划？更不可能嘛，对不对？我们是有因应协助产业的一些规划。那不是矛盾吗？那优先项目是哪些？如果没有优先项目的话，你们如何去针对对象性来做因应跟沟通？我想我们是事实上不是针对优先项目，我们针对所有的产业项目我们都会进行一些。我们要求你们至少应该要把你们优先可能涉及的范围大项，你至少大项要先出来嘛，你要让国卫这边能够事前能够了解、透明监督啊。是哦，否则你们完全就是没有办法落实我们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大家要求事前跟事后都要监督啊。所以这个你们还是要把这个具体的哪些优先开放，他的大项至少要提得出来哦。那我进一步再请教经济部啊，你们一直都说我们要开放，中国要我们开放，这些是我们这次货贸最重要争取所谓的石化、面板啊、工具机跟汽车，过去让中国对我们让利嘛。你们部长说了，10月15号说这个中国可能对工具机跟面板让利嘛。啊，甚至你们还有一个数字，你们计算说货贸 GDP 可以造成提高1.63%。总产值可以提高3.14%。我现在请教我们次长，这个是你们谈判的目标吗？这个是我们谈判之前一定要做的一些评估。这是不是目标？当然，我们希望是能够达成这个目标。你要谨慎回答，这你希望达成哦。我们希望能够达成。好，你希望达成，这个是前提是什么？这个计算的前提是什么？这个前提是说，假设，来，我告诉你。你这个计算前是假设对方对我们要求的项目全部关税降到零，对不对？对不对，市长？我们是希望中国大陆农工产品关税全部降。好，降到零，所以要达到这数字。那我现在请教，要降到零的话，表示中国要让到底。那显然我方就要答应中国他们所要求的项目。但我们好，除非你们都守得住，那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担心的地方。你们的目标是要谈到底啊，中国要让利到底啊。然后我们的部长对社会宣称说：“哦，让利到底，我们有这么多 GDP 跟这么多的总产值啊。”那显然你们没有告诉大家代价是什么。没有，我们这个会让大家非常担心。你还信誓旦旦说是目标，我现在具体问啊，其中有关工具机，我们在 ECFA 早收里面。我们这总统在辩论的时候一再说工具机得到好处，请问列入早收工具机只有几项？次长都不知道，只有17项。所以你们现在才要去谈工具机嘛？对，工具机业界希望我们。对，好，这个对台湾也很重要。但是我现在请教，工具机里面呢，这个中国要求的这个控制器要原产地啊。好，我现在请教你，我们有多少台湾的工具机原产地的控制器有多少比例？大概多少？我是不是请工业局副局长呢？工业局来，赶快回答。我现在问你，台湾现在一年生产多少套控制器？跟委员报告，我们在控制器的国产化的部分，这两年沈市长呢在积极要求。你不要废话，我告诉你啊，台湾一年控制器大概需要5.5万套，其中4万套是进口了。这几层啊？7层多嘞。这显示什么？然后在工具机的谈判里面，中国不只是对台湾要求，中韩 FTA 里面，中国为了避免第三国搭便车，所以要求里面的控制器要原产地啊。结果我们的控制器里面呢，进口是这个7:3啊。好，然后你们现在扩大宣传说工具机可以得利，中国会让这一点吗？他在中韩 FT 里面针对工具机也是如此规范了，所以我用这个例子凸显什么？刚刚你们那个数字是夸大，
夸大它的好处，然后呢告诉国人说啊，中国让利到底我们可以得多少好处，但事实上工具机是中国非常敏感的产业，它不会轻易让步啊。我方是什么神圣，它一定会让到底，这个马上就打脸了。再来我请教您，是工业局嘛哈，这个我们现在工具机在中国的税率平均是多少？我们税率9%嘛，所以你们想要降嘛，对不对？是。那我请问你，中韩 FTA 这个对中国给韩国的关税减让期是多少？它的减让表上面呢，我记不太起来，不过是有。你什么都不知道还来备询？减让期高达20年了，现在平均税率还在10几了。我告诉你，关税工具机，关税之于工具机，关税的战场不在中国，不在两岸。我现在问你，欧盟给韩国的这个关税是多少？一问三不知，你做什么工业局？多少？跟委员报告，这个我们可以提供给委员。什么提供给委员？你现在完全不知道吗？你完全不知道我们面对世界战略市场在哪里啊？我们在讨论分析的时候，是当然就会看他韩国跟欧盟的 FTA 给予韩国在欧盟零关税啊。所以台韩差距17%啊，所以这显然是什么意思？中国对工具机保护意识非常强，然后我们的在工具机关税优先战场不在两岸，在其他市场，所以你们搞不清楚战场情势，然后片面夸大好处啊，所以我严重怀疑说你们所提出来这个数字啊它的真实性啊，不要再重蹈过去ECFA 等等的，好，这样一个错误的宣传啊。然后我再告诉你们，我们现在从2010年，中国就是我们第一大，我们对中出口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以后，中国已经成我们第一大进口国，我们的贸易依存度29.7%，将近30%啊。我们在这期间，如果不去布局其他国家，贸易依存度未来更高啊。我们不反对这个谈货贸，但是我刚刚几个问题指出来的是，第一个谈判还是黑箱，第二你们夸大好处，不清楚它的代价在哪里。好，所以对不起主席，再给我1分钟时间哈。我现在要请教的就是说，这个涉及我们的法治的基础太差，我们现在只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结果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范什么？规范我方人士去中国的出国考察旅行这种层次啊，对协议的签署完全没有监督，甚至对于协议签署之后的条约组织，例如像两岸经合会这样的条约常态性的组织完全没有监督，对于协议的后续的救济补偿、产业的因应、劳工的赔偿完全没有配套。所以你们现在提出来这个因应贸易自由化，我现在请主委哈，因应贸易自由化调整资源条例的这个草案跟经济部哦，请主委跟经济部因应贸易自由化调整资源条例，这里面有任何产业补偿计划，有任何成立基金对于受损产业劳工进行合理补偿吗？有的，我们有设立100亿的基金。是的，在这里面只有18条啊，这个条文啊。我请问里面有倾销两个字吗？告诉我，经济部具体告诉我，这个草案条例里面有没有倾销两个字？这个在贸易法里头。好，我就知道你要讲贸易法，我看过了，贸易法里面也没有这两个字，贸易法只有2条，笼笼统统说要成立一个这个国调会啊，然后采取手段，就这么模糊。贸易调查委员会。哦，贸调会啊，采取手段就这么模糊，倾销两个字都不敢写。这就是我们因应贸易自由化的法治工作，请销两个字都不敢写啊。所以我们显然我们的这个贸易自由化的法治基础还停留在多边时代 WTO 时代，连 WTO 都还没因应完，何况我们现在是双边跟复边的时代，太老旧了。另外一点就是这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啊，现在还没立法，所以主委立法院要求先立法再审查，你们遵不遵守？如果立法院，我们尊重立法院任何的。但是呢，你知不知道监督条例里面精神不是只有事后监督？
事前还有事前监督。我们每一次这个他们去谈判的时候，都有跟立法院院长及相关党团报告。那个不是正式的，那是很正式的在，在那怎么会是正式的？我们今天这样才是正式的，结果今天这样完全不能讲。然后每次经合会只送一个报告来说什么时候开会，内容都没有。我现在凸显的就是说，我们整个法治基础太差。所以其实我对货贸的监督，两岸的相关贸易自由化监督，我跟其他 FTA 跟 PDPP 我的立场是一致的。台湾需要一个现代化的贸易自由化的法治基础。你们什么时候把立法计划完整列出来送进来？经济部有没有这样一个立法计划？那个条例，对不起，那个条例已经在九月份送到立法院。现在不是只有条例，包括你们的条例，包括我们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哦，这个条例处理其他国家，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处理对中，这个要整体完整的把台湾的这贸易自由化的这个法治基础做出来，我认为再来好好的处理是比较稳健的。监督条例已经去年四月就送进来，我知道，加上委员很多版本，但是重点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版本是一个假的监督条例，可是你们院版是一个黑箱合法化的条例，我们所以才会造成在立法院大家担忧。我们也为了监督条例立法，反而过了一个黑箱合法化的条例，造成鸟笼公投法的噩梦重演呐、啊，所以才会卡住、啊。我们也说过，只要合宪务实可行，我们愿意接受委员的任何内容在里面。那你们政院版撤回去，我告诉你，你撤回去。我们立法院就不会有这个因素卡住了。我们大家都很公平的摆。那你可不可以承诺撤回去？不，行政院版有它的优点在里面、啊。那当时什么优点？你们就是把原来 SOP 把它写成一个条例嘛。哦，对不起，主席，我占用太多时间了。但是我今天希望你们回去行政院把整个立法计划做出来。好，请回去研究。好，请回。我们接下来请李桂明委员。李桂明委员，李桂明委员不在。请周尼安委员质询，时间十二分钟。好，谢谢主席。主席，麻烦请夏主委，请林董事长，请卓正次，卓次长。好，三位好。好，四位好。我想首先请问负责接洽货贸谈判的陆委会跟海基会哈，这个以及经济部，你们的提交报告里面，我看到都是极力想要告诉我们说，马政府对于货贸谈判的过程是公开、透明，而且有遵照程序的，是这个样子吗？夏主委。是吗？哈，那你们都宣称说，就是根据行政院版本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来进行谈判，是这样子吗？我们是根据这个草案的精神来在跟立法院做报告。对，那主委，你们知道为什么立法院还有多数的人民，我们反对这个，或者说根本在这个监督条例还没有通过立法程序吗？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他还没有通过吗？刚才你有提到说去年四月就已经送了，是吗？好，我们很愿意把这个监督条例大家各个不同版本拿出来，大家一起来讨论。可是很遗憾，到现在为止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呢，本席告诉你，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监督条例，它是黑箱取代黑箱啊，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条例是根本没有办法监督。我们的两岸协力也都只能包裹表决，好，不能对内文去发表意见。就算发表意见了呢，我们马政府也是完全视而不见。审议期间也只有短短三个月，啊，一旦超过了，就视为通过。我们很愿意把监督条例跟各个不同的版本拿起来一起来讨论，我们绝对接受最好的一个版本出来。可是呢，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机会来讨论任何一个版本。你们就是提那如果没有见那你记得去年太阳花这个学运发生吗？你也记得我们说要先立法后审查，要有监督条例之后，我们才可以再谈判。那本席要请问，为什么立法院通过决议是先立法以后，为什么还没有立法完成立法程序？对，为什么还没有完成立法程序？那？贵部，我们陆委会针对服贸，
我们陆委会不断的去，不是立法院，是针对我们未来跟中国的谈判的嫌疑啊。请委员去看一看当时的这个决议。我们跟中国的任何谈判，难道不需要被监督吗？我们根据现在监督的机制，或是林董事长这样子没有公务员的身份，你们可以去代表我们的人民吗？你们的身份是什么？你们有没有被监督？我们是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没有民间的参与，没有国会的监督。请问一下，你们都事后跟我们报告，你们一次又一次的去中国去谈，我们没有任何可以监督的方式。那谈判的具体方针是什么？谈判的底线是什么？我们事前都没有办法知道。你刚才说你来跟这个院长讲，你也是知道你是怎么报告的嘛？我们就在一个圆桌里面嘛，啊，就是党团的代表嘛。哦，你没有办法像这样公开的，有媒体有录音，好，哦，录影，啊，哦，这样子来讲嘛。你当然就是这个是你觉得这样子就是一个报告吗？许许多多的委员，包括刚才这个政委员在讲，他可能都看报纸才知道说我们到底要谈什么。啊，我们整个的谈判是笼罩在黑箱里面呐，啊。你知道法律谚语有一句话叫做毒树终究只会生出毒果啊。那这样子没有国会跟民意监督进行的货贸谈判，最终达成的也不过就是一个黑箱的货贸协议啊。哦，那我想委员的看法，主委你自己本身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很多民主国家你都待过，那你也知道什么叫做 check and balance。那现在呢，这个 check and balance 权力制衡的部分是要透过文明的法律程序才能担保国家权力受到一定的监督还有限制，这些是基本的。所以本席在这里是严厉的谴责啊，这个陆委会、海基会，我们的这个各单位哦，是严重的违背我们宪法还有法治治国的精神。哦，这样的做法，我觉得马政府在这八年将近七年多的时间，我觉得他是愧对我们台湾，一直说作为亚洲最民主法治的国家哈，这个称号我们一直很引以为傲。但是像跟中国的谈判黑箱，像马习会也黑箱，你这个会期很忙啊，对不对，主委啊？你很忙是因为你们黑箱太多次嘛？你看马习会，你也事前没有来报告。哦，你早就知道了，你二十几天前知道的。但是你看，院长没有一个国家在做这种政治上的安排，或者是 even 在国内，这是政治上的安排。even 在国内，像政治人物要互相见面，没有准备好的时候，都不可能一边准备一边宣布的。什么什么？那你1992年的孤汪会谈，你知道人家是公开透明，半年前国会大家都在讨论啊。那你们现在要黑箱什么？像以前李总统他要出国，也都是到最后几天才宣布的。最后几家新闻，但是大家知道啊。那请问，好，你告诉 我马习会是有谁知道？你现在可以告诉我。我所有的马习会这一类高层的安排，主委，你就照我的题目，你照我的题目。马习会，请问马习会有谁知道？来，你现在可以讲了嘛，公开嘛？你现在告诉我们。我们陆委会做幕僚的工作，除了陆委会以外，还有谁？当然，国安的高层都知道。国会都不知道。国安的高层都知道。国会都不知道。我们是准备在3号就要向国会来做报告。国会为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向各政党做报告。总统需不需要被 check？ 总统需不需要被监督？总统是独裁的吗？这是一个集权国家吗？总统非常愿意到立法院来做报告的。我跟你讲，这就是一个集权国家的一个象征啊。当初蒋介石也说哈，他要打共匪，所以在台湾到处白色恐怖抓人。这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集权的国家。今天马英九也是一样。今天马英九说他要去搭桥，我们知道他是搭的是奈何桥还是什么桥？他要搭什么桥给我们？给蔡英文？集权的国家不会有我们这样的对话。我跟你讲，我马英九的政府就是黑箱，一而再，再而三的黑箱。从 ECFA、服贸、课纲。从马习会一直到现在的货贸啦，没有监督条例就没有谈判协议，更没有服贸货贸啊。主委、林董事长，我想请你们听清楚啦齁。那这个也不想要再听你们一直在解释啊，因为齁我一直觉得非常遗憾啊。因为像夏主委哦，他本身的资质啊，
它其实是在世界各国先进的、正常的、文明的国家待过。但是哦，来到这个位置之后啊，我真的感到非常的遗憾。我对你本身是没有意见的，但是我认为说，任一个公职啊，哦，然后你这个你没有带回你过去的知识、学识、经历，然后跟中国的这样子的谈判的黑箱。我不晓得你下一个位置是什么，但是我真的我本身是很佩服你这本身的教外交官的资历啊。但是如果可以把这些进步的东西带回我们国内啊，让我们的国家国民知道，这才是我们国民之福啦哈。所以两位林董事长，你们两位也请回哈。我现在接着想要请问经济部，好不好？谢谢。是周委。卓正次，这个本席在。礼拜一的时候有询问过行政院的消保处有关于货贸开放之后，我国消费者如果因为中国进口的黑心这个商品，不管是地沟油也好、毒奶粉也好、死老鼠肉也好啦，好不管啦，所以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说中国老鼠肉当作牛肉跟羊肉在吃啊，真的是非常可怕。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受到权益或健康上的损害的时候，我国政府目前有任何这个纷争处理方案或是应对的措施？好，这个部分本席是这样子询问我们的消保处啊，行政院的消保处，但是这个处长回应本席说这不关他的事情了，那所以这个我需要来请问我们经济部哈，这个消保处说他是只有处在被动的啦，人民有受到损害进行这个诉讼转介或协助的时候呢，才会到消保处哈。那么可是在我们要开放嘛，我们国家准备要开放货贸了嘛，是不是？假设是这样的时候，那有一些评估的会议啊，你们为什么不邀请这个消保处的处长，他们相关的人员，他们说那个处有三十几个人呢，好，来开会呢，来了解状况呢，因为未来如果这种消费纠纷，增加的时候，会不会也增加我们国内的诉讼相关的费用？这些因应的方针等等啦，这是非常繁杂的事情。那你们的这个经济部是不是？在这个部分，消费者权益受损的时候，谈判之前有没有建立起一套货贸开放后消费者纠纷相关的评估跟应对方针？跟周委员报告，确实消保处并没有参与货贸的谈判。是。那么这一部分，我相信是由你们来全权处理吗？在消费者权益纠纷的时候，如果因为我们货贸谈判主要是谈论货品贸易的关税跟非关税障碍的消除。那么关于消费者保护这部分，我们现在国内已经有 一定的机制跟法规可以做可以执行了，所以说跟这个货贸谈判事实上是所以我们国家在准备开放货贸的同时，是对于我们的消费者的权益的部分，如果有任何受损，我们是没有做评估的。有的，我们会按照现有的机制来做的。现有那有没有评估说会增加还是会减少还是平盘？有没有这样子的评估？完全没有，就是说，反正我是经济部，我就负责把中国的商品无限制的零关税的把它运进来。那至于中国产品的品质什么会发生在台湾国内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政府是没有任何评估 的，是这样子吗？不是，我们事实上两岸之间有一个叫做消费品安全还有保障的协议。对，我现在要问的问题，卓正次，你听清楚，我们对于就是说我们自己国内也我们自己的食品啊，我们这几年大家也实在不安啊，非常不安，连自己国内的生产的食品用品，我们遇到有毒的状况，消费者的纠纷已经非常的多，也在增加当中。那么本席是想要请问你，面对中国的各种产品的进入国内，那它会发生的纠纷啊，本席是试想啦，应该是会增加啦。那我不晓得我们国家我们的政府是完全没有评估，是不是在这个部分就说到时候就是依照法令，如果他们进来的有毒啊，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有毒的去处理。如果没有毒啊，就很顺利啊，48小时尽量可以让他们过来就过来，甚至你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吗？
两岸的货品通关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如果牵涉到消费品安全保护的这一部分，我们有一些相关那个检验检疫的措施在执行，那么我们绝对不会因为货品贸易协议而松懈的这一块现在在执行的工作。那你们另外一个快速通关是48小时快速通关，是跟这个检验检疫没有关系的产品才可以适用这个48小时快速通关。那我想请问你哦，你今天说这个有关于消费者部分是由消会有相关的法令，那请问我国准备好了去了解中国法律的相关知识吗？因为你今天竟然会有纠纷，我们国家的法令跟中国那边的法令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根据有专家跟我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的纠纷，我们的权益受损，那谁来保障？啊，你们只顾把东西运进来，好让它更快一点，好，可能让中间的商人可以赚钱，就可以保障。那好，这些评估有吗？有影响的评估，好。谈判之后，像这一次你们又谈判好了，对不对？你是圆山又谈好了嘛？那请问谈判之后，你要做成影响评估，要公开国会让人民审查吗？你之前有说啊，你每一次都有说。对，那请问这一次最新的在圆山的这个评估，交来国会了吗？请问你有送来我们内政委员会或是国会吗？我们11月20号有请中华经济研究院就最新的情形做过一个 GTAP。 中华经济研究院不归我管，因为它是民间机构，我现在是请问我们经济部。好，经济部如果我们样样事事都把很多东西都 BOT 出去的话，我觉得难怪政府可以 BOT 出去啊。你现在是不是要把中华民国政府 BOT 给 PRC 啊？政府会不对不对？你我现在在问你什么？我们都报告都是找别人，那请问我们自己的初步的影响评估公务员要做什么？经济部会做。对，那你们那个评估来，你有做吗？那请你把那一份评估报告书给本席，可以吗？我们现在还在正在做这方面的评估工作，等我们做好。所以还没做好，那请问什么时候会做好？我想我们应该会尽快来做。尽快，是到明年1月，尽快给我一个时间吧。你们每一次谈判，你们每一次都有进展，你们下一次已经讲好要去哪里了，不是吗？你们也给我密件给我们啦，下一次要到中国的哪里，不是吗？没有，中国浙江吗？下次台湾。啊？下次在台湾。对嘛？那每一次都谈好了，为什么每一次就要结束啊？就要有一个报告，书面报告啊？我们会有个书面报告，会的。哎，主席，为什么我们的经济部为什么不给我们报告？我们没有报告，我们怎么看呢？我们报告会，对不对？我们这样的评估报告，我们怎么看呢？没有的话，我们到底依照什么去做谈判？那去做评估，然后要告诉国人说货贸之后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受影响的部分啊？我们未来要怎么去小心防范，不要去受到权益受损？这些都是我们国民最关心的事情啊！我们请经济部把这个评估报告补送给是好的。那时间呢，主席？你们最快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我们下个月中旬以前，好，12月中，哎，是，好，下个月中旬哦，所以12月要这么久哦，那下个月中旬以前，是不是下一次谈判已经又结束了？下次谈判结束，下次谈判之前，好，我们就把时间定在下次谈判之前，好不好？好，好，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张庆忠委员质询，张庆忠委员不在。请许天才委员质询，时间8分钟。啊，谢谢主席。首先请教经济部郑次长。请卓次长。纪委你好。啊，对，啊，这个经济部啊，对 RCEP 跟 TPP 啊的这个各自的这个进展，跟我们原先哈、啊、就他们所。好，发表的这个预期进度，好，跟可能性。那今天你用客观的对这两个这个啊国际协定啊 TPP 跟 RCEP 分开
分别的加以评啊，这个做一个评价，哪一个进展顺利，哪一个进展比较不顺利，哪一个落后于他们自己预期的这个进度，哪一个超过或是这个落后于预期的进度，那多少？你这个经济部掌控的状况如何？是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我们经济部对 TPP 跟 RCEP 的进展以及它的那个发展迟迟都在掌控当中，也跟我们所掌控的预期不远。譬如说 TPP， 我们本来就预估它会在今年年底以前会完成，事实上它在上个月五号就完成了。那么我们现在预估它要在两年的时间，让 TPP 的十二个会员国来各自完成自己国内的法律程序。我们预估两年之内这个程序会完成。所以简单的简言之，就是 TPP 有按照他们啊这个所预计的这个期程在进展嘛，所以进展顺利嘛，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好，那 RCEP 呢？ RCEP 我们当他们是号称说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我们当初也研判他不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我们最新获得的消息是，他们把这个期限延长到明年年底。RCEP 要在2016年的年底完成，我们也认为这个时程还算蛮实际的，有可能在2016年年底。所以你这个事先不认为 RCEP 他自己的讲法是乐观的，对，但他们要延到啊2016年底，是啊这个新的说法，你认为他是乐观的？我认为是很可能。好，所以如果我们两岸的这个关系跟我们加入这个 RCEP 好这个可能性，好。以及我们加入 TP 的可能性，这对这个两个哈、啊、这个协议的这个发展，当然要掌控啊。那掌控以后，你要加以因应啊。好，那因应你要加以做两件事情，一个是事先的掌控，一个是哈、啊、发展的这个配套，发展中的我们的配套，我们动这是动态的、啊，动态的啊，不要这个。哦、非常呆板说啊，假设说啊有就怎么样，没有就怎么样，不是那么个问题啊。好、哦，有时间的问题，也有程度的问题。好、哦，不是有没有成立，有没有完成，那零跟一的问题啊，这个很重要。好、哦，这个很重要哦。好，再来这个按照目前的这个进度啊，好、哦，那可能陆委会或是这个陆委会主委 也请上来吧。好，请下主委。委员好，我们两岸的这个啊，这个服务贸易协定啊，触礁嘛啊，是啊，这个是一个惨痛的经验呐、啊。好、啊，那现在货贸好、啊、在这个谈判进度过程当中嘛，第一个我们希望，因为当时胡贸为什么触礁，你们这个身历其境啊，最清楚嘛，来龙去脉你们最了解嘛，所以这个如何不要重蹈覆辙？那这个货贸哈、哦，基本上原则上，两岸的关系是只能进不能退，尤其经贸哈、哦、产业投资方面只能进不能退，但是进退的这个速度、进退的内容以及它产生的效果，当然要。让我们这个立于不败之地，要让我们可以啊，这个掌控我们自己的这个主体性，啊，就是我们要的才给你，不是你要的我不得不给你嘛，这很清楚嘛。那现在因为有过去的经验哦，包括政治性的，包括这个经贸性的，我们国马政府给人民有相当程度的，好、啊，甚至严重的不信任感，啊，这是事实嘛。好，这么形容，你不信任我，我再怎么解释，你都不信任我啊。那如果你信任的话，我都不用再解释嘛。像马习会好好的，本来是应该是他的这个天上掉下的礼物啊，结果他变成烫手山芋啊。好、哦，怎么会这样呢？哦，那是不会啊，在国际上，我想大部分的都接受。从某个面向来讲，哈、哦，从某个还有国际跟国内本身就有相当的。这个、哦、本位性的不同啦、哦，如果美国跟中东打仗，他赢输对有影响会有，但是不会那么切身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打仗，那一定要赢啊，对不对？这不一样的，所以也不要说国际好，即使说国际没有赚到什么，但是其他方面呢，我们损失什么？
好，这个要看了哈。所以按照现在的这个进度，你们也有福茂的前车之鉴。按照现在进度，你们乐观的话，什么时候可以完成谈判？最乐观？我想到目前为止，我们双方都希望在年底前能够达到重大的进展了。嗯，重大进展只是说有一些比较僵持的地方能够得到突破，并不代表我们就已经完成了谈判。而且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还有根据我们自己本身要遵照这个《两岸人民基础条例》行政院版的这个精神呢，我们要跟立法院做适当的报告，也要做国安的这个评估，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我想我们这些都会继续进行当中。同步的监督条例。监督条例，监督条例的监督条例，如果没有立法顺利的话，好，到时候都会被这个都被简化成，就像委员讲，最大的障碍。就像委员讲，两岸关系不能停，你这个假设了哈，假设你的这个这个个案的谈判本身是顺利的，但是你在程序上好配套的这个监督条例没有过的话，都会被简化成。不可接受，这个不就必然是这样啊？鲍委员，你刚刚也提到，这不是故意找岔啊？你刚刚也提到两岸关系不能停嘛？嗯，那这个监督条例是一个制度，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我们必须按照现有的制度继续推动两岸关系。但是现有的制度如果已经造成过去那种这个让大家得到教训的那种经验的话，过去你不能重蹈覆辙、啊。一些这个焦虑、啊，你不能重蹈覆辙。这个我们希望说监督条例可以来补强。过去不信任感产生的那些这个负面因素，我们也很希望监督条例，也很希望监督条例能够尽快的立法。当然不是只有监督条例，那就不那什么都放心了，不是这样啊。有监督条例，但是大家因为可以透过监督条例体制性的来保证这个所谓的制衡，保证所谓的透明。好，这个时候大家出发点。是信心比较有嘛，不会随便怀疑嘛，因为等于说我不怕你开快车嘛，因为我知道那个刹车是我可以掌控的嘛。那现在这个没有刹车的话，那你会不会开快车？你说还不够快，被人吓得一身冷汗了，你还说不够快？我们也很希望监督条例尽速立法嘛，所以像监督条例这个就是要政党要去运作。如果你有诚意为台湾好的话，那事实上2016。轮政的机会很大，你应该尊重未来。那这个2016，如果你现在懂得事先尊重，用这个合作的态度，开明的态度去处理的话，那也许2020还有你有机会啊，2024也有机会啊，没有的话2028有机会啊。这个政民主化以后是永续的啊。不要说这一次输赢要给你怎么样，我们没有政党轮替的考虑在里面，我们只希望说货贸对台湾有利，我们希望尽快的能够结束。这个不必有考虑，但是事实上的发展不应该违背这个轮替的正常化，应有的那一些这个原则原理，跟这个实际的运作吧，这个很清楚吧，这很清楚了，所以这都谈原则啊。所以你到年底会有重大，那是你认为有希望有进展了，距离真正完成，你没有信心嘛？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希望有重大的进展。对啊，希望是一回事啊，但是真正完成，你在这个20165月19号之前，你没有信心嘛？照目前呢，评估坦白讲嘛，我想经济部跟我们说，如果你没有信心，结果透过了你努力，进展更顺利，那你可以随时说啊，比我们。原来预估的还乐观，还顺利，那表示你行啊！这个坦白就好啊，也没有叫你泄露底线，也没有叫你这个放弃立场，只是说你现在评估，客观来讲，刚才经济部评估 RCEP 评估 TPP， 他认为他评估的很准，那你现在自己来评估自己的事情，两岸货贸协议，你这个年底重大突破，那是一个抽象之词了哈。但是真正完成519，520要新的政权要这个上来，那这个519顺利完成的可能性，你现在乐观还是悲观的？我是审慎乐观了，我们会审慎乐观。好，用激励来讲几成啊？我想这个要看我们以激励来讲几成啊？就要看我们这个大家同仁一起努力的。你有这个有上中下吧？如果上中下尽我的可能，上的话九成，下的话三成，还是上九成，下六成，你可以评估一下啊。
因为谈判是两方的事。我现在跟你讨论经济，经济是这样，哎，经济的策划是这样谈的，这样讨论的，这样做的，哎。经济不能离开未来的 事件、哦、未来的事件可能发生的情况、哦、不能没有激励耶，这不是开玩笑的，是有激励的。我们会、哦、我们会那你说可以转变激励，是转变结构呢？我们会不是靠运气啊，我们会转变结构呢？加强努力呢？那个激励改变经济的讨论一定要激励，因为是要预测，预测一定要涉及激励。你现在激励都谈不出来，表示你是空的嘛，被动的嘛，哦是，这个现在都因为没有进入你的具体事项内容，所以我跟你谈一般原则啊，你心里有这种观念才对啊。原则就是我们有这个决心，希望能够在，我希望能够完成，我们也会积极努力来做。哎，主席已经站起来，不，对不起啊，经济部听着，好、哦，陆委会给这个参考，两岸的这个很多条件的不对称，如何在这个同时相互开放的时候，好、哦，让我们立于不败之地，好、哦。不能造成不可逆的这个伤害跟损害，太多太多都是被动。好、哦，你现在看 ECFA 火龙果剩下多少？那火龙果是他们的计划经济啊，他们来台湾说：“哎，我要多少？”所以你新开辟100公顷、200公顷，就这样去做啊，是他们的这个需求创造我们的供给，他的需求是计划性的需求啊，这跟那原来 ECFA 是无关的啊。哦，太多太多处于被动，对我们不好。但是我们内部呢，才能排挤啊！以前我们原来 种蔬菜的，现在就变成种火龙果啊。原来菜农的他损失了，但是种火龙果的商人呢，忽然间赚钱了、啊。哦，这些都总体经济要考量的经济部啊，是不是？但是这些在评估上面都没有。中华经济研究院什么研究院？哦，太粗浅了、啊。哦，这个太静态了。这个事实上这样啊，还有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哎，要什么给什么，不能生产的时候拖到、啊、你看森林珍贵林木的盗采嘿 都出现了，我们这边有没有管理，有没有管制、哦、乱七八糟、欸哦、所以这些教训、哦、要多多要在货贸的时候通通要列入评估加以检讨、哦、有些机制你可以随时掌控它动态变化，随时可以说哎，这是哪一个条款，所以你必须配合我进行动态的这个调整跟管理，这些都要啊，不要造成不能弥补的这个不可逆的一些这个破坏性存在啊，不是吗？好，这参考了，好，谢谢。是，谢谢委员。好，我们接下来请赖正昌委员。赖正昌委员不在。卢嘉诚委员不在。我们请游美女委员质询，时间8分钟。主席，还有我们说在场的委员以及所有这个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午安，大家好。主席，我是可以请我们的夏主委，还有我们的经济部卓次长。好，请夏主委去卓次长。还有农委会的。请副处长。副处长。尤委员好。哎，三位好。尤委员好。我们的货贸谈判哈，虽然说。民间团体呢一再的反映说，在上一次太阳花学运的时候，那其实有提到、哦、院长有说在这个两岸监督条例通过之前，那两岸之间、哦这个不进行任何的这个签订任何的协议，但是呢就是你们一再主张说哎，那是只有给予服贸不给予货贸，所以货贸呢继续的谈。那当然民间团体呢最担心的就是说，因为民间团体要求的就是资讯的一个公开，那现在资讯的公开你们现在已经谈到了第十二轮的这个谈判了，那十二轮的谈判里面呢现在有很多已经就是说初步都已经达成，甚至文本大概都已经定了，那这里面就有牵涉到说好有一些的好，比如你们也提到说以这个工业呢来这个支援农业，所以呢这些的工业的制品呢就有1510项的工业制品呢大概就是已经几乎谈成吧，是不是这样？
并没有说完全谈成，没有完全谈成，但至少里面已经有一部分。那请问这些刚刚你们好像有提到说，像钢铁啊、纺织啊、好、哦、这个陶瓷啊、玻璃啊等等，那这些你们已经谈成的东西，有没有让这些的业者还有这些产业的劳工知道说，他们的这些的产业，中国的货品即将进来，那中国的货品他们的价钱一定会比我们低，所以对我们产业的冲击，那他们受到损害的时候，第一个这些的劳工，当他如果受到冲击，因为产品进来比我们低，所有这些的产业如果万一关门了，那这些劳工他的转业或是他的保障在哪里？这个部分你们的完整的报告，或是你们有让这些的所有这些你们已经谈成的这些的劳工，他们都知道他们即将被交换掉吗？我首先跟委员报告，谈判没有完成之前，没有说哪一个部分已经达成协议了，一定要全部完成之后才能够说算是达成协议。但是已经有所谓的很可能的嘛，对不对？你也必须要让这些的产业产业的人知道说，你们都已经列在里面了，而且很有可能谈成。你们可能这些产品进来，他们的价格可能比我们的低，然后我们可能受到怎么样的冲击？那你们有可能受到怎么样损害？那这些劳工的权益有我跟委员报告，我们事实上已经针对产业界、工业界、劳工、社会大众进行超过770场次的沟通。你们的沟通是说明会吧？对，对不对？所以你们的说明会就是一个政见说政见政令宣导嘛？我们会听他们的意见，我们会听他们的意见。另外，我们也由部长跟次长主动的邀请的所有的相关的产业工协会的理事长或是总干事，我们用参叙的方式来听听他们的意见。那么事实上我们所办理的包括纺织、钢铁、化妆品、医疗器材、车辆、车体、玻璃、合板、中药、金属、石材、眼镜、陶瓷等，这些都已经办理完毕了。那么我们也跟这些业界都坦诚的说明，将来如果开放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他们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竞争，那么政府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资源来协助你，那这一部分我们都有很坦白的跟他们做说明。好，那这个部分你们所产业的代表嘛，对不对？都是老板嘛，都是理事长、总干事，对，那他们都是老板嘛，对不对？那都是资方啊，那劳方这边呢，你们有跟这些劳工的团体有过这个沟通吗？有，劳动部有针对劳方这边部分做了很多场次的说明。劳动部有在吗？我这边跟委员报告，他们一共跟各县市工会干部、雇主团体办了39场次的座谈会跟说明会，一共有4624个人参加这个座谈会。多少产业？是各个县市的工会干部跟雇主团体，各县市，我们以县市为单位。好，各县市，那工会有各种不同的行业。对，我们会邀请各相关工会，对不 对？你们有1510项的工业的产品，等于是有1510项的各种的产业的东西。因为有些项目是很多项一个工会，一个项一个工会，是。所以你们现在是所有的这些的1510项的所有的工会都已经有知会了。也都有跟他们沟通过，有跟他们做，然后这些的劳工都欣然同意。这是劳动部在办的，这劳工办的，所以你们不知道。好，那我们再来看，就是这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委员一起询这个垂询的，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食安检验的这个部分。好，当然你们这次要所谓的快速通关嘛。那大家就担心的就是说，哎，你们快速通关，那会不会就是因为所谓的要减少这个贸易障碍，因此要快速通关？那你们快速通关呢，会不会变成是说我只要提供这个所谓的他们自己的这个产地的这个检验就可以？好，这个部分劳委会，这个农委会，你们怎么回答？报告委员，其实快速通关的是针对那些完全不需要检验的。那如果需要检验的部分呢，还是按照我们现有的程序在做。没有说加快的这个问题，没有加快的问题。你们这里面呢，在谈的这所谓的技术性的贸易障碍，加速海关通关速度，那里面的要求，好、降低中国输入，中国要求啊，降低中国输入台湾货品的实地检验项目跟比例，是不是？那这实地检验的项目跟比例呢，他希望允许中国当地的检验证明或中国厂商的声明书、切结书来代替台湾的实地检验，有没有？他有提出
这样的，他没有具体提出这样的，应该是双方我们都希望说能够把这些通关的程序做得比较顺当，但是针对这些需要检验检疫的项目，其实中方跟我们都非常的谨慎，所以都是维持我们既定的程序在走。当然是依照你们既定的程序在走，但是我们这里就是说好，因为为了要所谓的这个通关的快速通关嘛，对不对？当然快速通关对双方都有用嘛。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在中国有很多的潜规则嘛，对不对？即使我们双方都同意的白纸黑字签在那里，但是他们有很多的潜规则，事实上是可以卡住我们的。那在我们台湾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我们不会有那个潜规则，所以在这里就会变成说，好，我们要求去那边我可以源头自主管理，所以我提供我这一边的，我这里这个当地的我们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当地的这个实地的检验，对不对？我当地的这个检验检验报告出来，那中国呢当然相对的要求啊，可是我们对中国的他的当地的这个检验的证明你能够相信吗？对不对？今天还有这个报纸在写，对不对？中国把这个老鼠肉当作猪肉在输出，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就当他出的这种所谓的检验不实的一个证明，我们台湾这一边我们怎么样如果能够去控管，那这里就是在谈判的时候好要对等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台湾要求说，哎，我这里希望我这些委员头控管嘛，所以我自己我能够提出我自己检验的证明给你嘛，当然中国也会要求说，那你这样要求我也要这样要求啊，那在这里就会变成是说，好，当我们自己的一个水准是比较高，就是我们在这里控管是比他们严的情况，那他们相对的对等要求的时候，那我们这里这就是人民所担心的嘛，对不对？当你一大堆的这种所谓的食安的问题，大家所担心的不只是农产品的问题，还包括食品，这个食品的食物的容器，还有这个小孩的玩具啊、衣服啊等等，都是我们也看过太多的例子嘛，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形，当他要求对等，那这时候好，他说我们要求源头管理，所以他们也要求源头管理，这时候我们的对策在哪里？好，那我跟委员简单报告一下，那像中方要求我们的时候，其实他不是说我们跟他说我这个单位开的证明你就接受，事实上中方都会派人来我们这里做实地的查核，所以你们的实地查核不会减少，不会让步，相对的对方的单位他提出说，哎，我哪个单位提什么证明你要接受的时候，我们也派员会去实地查核，所以这个都是经过很严格的审核的规范才会去接受双方的。好，我们希望说你们能够严守这个，第一个就是说对我们的农产品，对不对？830项你们不会让，是不是？我们争取，你们争取，所以会不会让还不晓得，应该是你敢不敢讲说我们就是不会让，我还是只敢讲说我们尽量争取。我必须要讲说，因为谈判还在进行，我们的立场很坚定，但是谈判是有给有得，我们现在也要争取包括我们要出口到那边的产品项目，那这个部分就必须要去跟对方去讨论。好啊，那这里就牵涉到就是我们要出去的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面板石花，对不对？那这些我们有很多农产品是有出口潜力的，刚刚我有报告过，包括我们的兰花、我们的观赏鱼、我们的蜂蜜，还有一些加工的畜产品，我们有很多产品是在中国大陆有出口的市场的，有潜力的市场，这些是我们要要求的。好，当然是我们有一些潜，我们有潜力的，我们希望是说它是能够一个互补的，我们跟中国的贸易是一个互补的，不是一个竞争跟被取代的嘛，替代掉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产业，其实尤其中国的这种所谓的产业链出来之后，其实我们很多东西已经变成竞争，而且是被替代掉了嘛。是，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当你在这个谈判的时候，如果说那个仍然在已经要被替代掉的东西，对不对？事实上，我们是应该要把整个一个产业政策跟整个经贸是应该要往别的地方，往别的国家去转移的，而不是说我用这个，对不对？争取最后的一点点的利益，然后来牺牲掉我们国内最弱的那个农产业嘛，对不对？农产品的这一块嘛，所以希望说你们这830项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部分，因为这世界各国农产品通常都不会让的，所以这个部分希望你们能够呢把握住。那最后一点，我想要问一下我们的夏主委哈。最近呢，这个报纸也在写，中共的中纪委第五巡视组日前公布调查结果，发现负责对台工作的中国国台办存在以工作特殊性为由规避监管的现象，违反工作纪律，违规拉赞助捐收捐赠，违规收受礼品馈赠，利用工作关系为亲属谋取便利等问题时有发生。
那中共中纪委呢已经证实负责对台谈判工作的国台办官员有收回收理的行为，是不是有这种情况？这是报道上面也有，不过这个国台办张志军 也曾经说过，中纪委去那边调查，他对这个调查结果他是坦然接受。好，所以在这里就牵涉到，就是说我们知道依照维也纳公约的第50条规定，倘一国同意承受条约拘束之表示，系经另一谈判国直接或间接贿赂其代表而取得，该国得援引贿赂为理由撤销其承受条约拘束之同意。所以呢，今天我们很非常辛苦的去谈判，我们也让了一些东西，他们也让了一些东西。哪一天中国他要反悔，他只要拿来说，哎，你看你们这个谈判呢是行贿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台办而来的，所以我要不受拘束。委员，这个国台办的参与所有谈判，像这次谈判主谈的是我们的经济部跟国贸局跟工业局，对方主谈的是港澳台办的这个孙市长，所以这个国台办跟我们陆委会一样，我们只是一个等于是一个所谓主政单位，其实实际的谈判是由实际处理业务的单位来谈的。那你是说是完全没关系？他说有共犯的结构啊。基本上我觉得我们陆委会跟这次谈判，我们并没有谈判到牵涉到实质的谈判内容。我相信对面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他们的内部的调查跟这个谈判是毫无关系的。哦，我们希望说你们能够密切注意这个，我们不希望是说好终于谈成之后，结果中国他随便反悔，然后用挂着这个名称，然后就把他对他们的拘束的东西就把它撕毁掉。我想应该是不会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您刚刚也有答应，对不对？就说在这个会期，你们绝对不会去签署任何的协定嘛，对不对？按照我很务实的来看，这会期这边签署任何协定是不太实际的。好，我们希望说这些所有东西能够交给新的政府跟新的国会。新的国会，对。好，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陈超明委员，陈超明委员不在。所有登记委员除不在场者外，其余均已发言完毕。我们今天的询答结束啊。这个委员李俊毅、姚文智、陈超明，等一下这个提案的时候可以再发言哈。委员李俊毅、姚文智、陈超明、吴玉生、张庆忠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另以书面答复。本日会议委员所提质询未及答复部分，亦请另以书面答复。现在有一个临时提案，我们请宣读。委员周尼安、陈怡杰、陈其迈、段宜康提出临时提案。本次货贸谈判内容与我国消费者有重大影响，但由经济部提交的专题报告中均未提到可能造成的消费者端影响，为恒诸我国自身食品用品检验成果与相关人员编制及中国历年来发生的黑心商品频率，绝不可能不会影响到我国消费者权益。原此要求经济部与相关部会共同调查研究，在一周内提出货贸与消费者端的影响评估，并至内政委员会报告说明。宣读完。好，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我们请陈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我想请教一下那个主委跟农委会哈。因为今天有一个事情，主委跟这个刚刚在答询的过程里头，其实是还蛮关键性的啦。就是说很多委员同仁都有特别提到说农产品开放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农委会一起上来好吗？那马总统啊，这个我请主委看这一段话哈，我也提醒说你们在谈判的时候的一个这个注意的一些事项啊。这是马总统的政见，在2008年的时候，强调一遍，我们。对于这个我们基本上对于两岸绝对不会开放大陆劳工到台湾来，绝对不会开放832项大陆农产品到台湾来，请楼刚朋友请放心，这个诸位农民朋友请放心，马总统的政见啊。所以你农产品我们要求说你们这一次啊，在这货贸谈判的时候农产品要把关啊，这马总统的政见啊，这马总统都要卸任啊，对不对？我们看见了这个总统的这个声明，对。你有看见吗？那怎么还在跟人家谈农产品要开放的事情呢？
你就说这个是我们马总统交代的啊，马总统的政见啊，我想很多不能跳票啊，很多这个情势的变迁啊，哪有说卸任他承诺就跳票就不见呢？情势有什么变更？有什么变更？国际上面这个马习会完就变更了，不是跟马习会无关，这个是在国际上有很多的这个 FTA 陆续在签，为了增加台湾的竞争力。所以我觉得很多，那你请马总统出来跟农民道歉啊，先道歉完再说。不，现在我没有讲说一定会这样，我只是说农委会跟所有经济部同仁，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继续在努力坚持当中。对对，这个是马总统的政见。我听你们刚刚两位这样在答完，就是准备要开放大陆农产品，并没有，目前没有这样说法。不过我们会在努力争取我们应该有的权益。你刚刚的讲法就是这样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啊。你要假如说真的是要开放大陆农产品的话，对不对？你是马总统。我想农委会刚刚讲的很清楚，只要关系到我们农业的永续发展，你知道现在在粮食安全的问题，我们绝对不会轻易。你知道现在在农委会的网站呢、啊，还在讲到说830项大陆农产品进口管制相关的这个 QA 啊，还在讲说不开放哎、欸，马总统坚持不开放哎、欸，结果你现在谈判代表跑到前线，你农产品还是在跟人家谈呢、啊？我们现在还在谈判过程当中。对不对？你还在跟人家谈说这个农产品要开放的问题啊，哪些不能开放？那意味着其他是可以谈啊。所以我要求说，我们不能农产品这个部分绝对要严格把关。诸位，你假如说真的是农产品开放，那你就不要回来。我告诉你，这谈判代表就不要回来。好，谢谢。好，我们请邱委员。来，两位请回。谢谢主席啊、哦，主席，我想询问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提案，我对这个周委员这个提案呢、啊，没有意见啊，它的内容我没有意见，但是因为这个文字里面呢、啊、提到说，我们是要求经济部啊来跟相关的部会提出这个评估报告啊，那我们是内政委员会的啊，所以这个放在这个我们内政委员会来做这个要求经济部啊，是不是这个文字呢？是不是应该是改请，比如说是陆委会来会诊啊？这是第一个的啊。是是。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周内啊，会不会时间太赶啊？我们当然不太清楚这个陆委会。我先打断，我跟您说明啊，因为刚才卓市长也取得这个周委员的同意啊。哦。我们在这个请经济部啊，在下次。就下一轮你们第十三轮，哦，对，在第十三轮谈判前，将这个相关的这个影响评估啊，送到书面相关影响评估送到内政委员会。哦，好的，我想时机点他们只要可以就可以啊。那么当然，这个文字应该要着以修正。我们这样处理好不好？好，谢谢。因为一个礼拜之后。一个礼拜之后，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排，因为招委也不是我了，好，所以那个时候，是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在下一轮谈判之前，下一轮谈判之前也有可能那个时候，这个我们内政委员会也不一定开会，所以我们请他们把评估报告送过来。好，这样修正大家有没有意见？还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哈。好，我们修正通过临时提案之后，今天会议结束，散会。之前已经在那边这个创办了一段时间了。
其实我跟他同年，然后真的、哦，我们高中同年。哦，他小孩比你大，他小孩比你小孩大。不是，我是说中一、二一。